缺少的就是音乐了。Hello， 丹鱼梦阳，欢迎。Hello， 谢谢。Hello， 超哥。Hello， 洛洛。Hello， 超哥。Hello， HU。晚安。Hello， 金鱼，欢迎齐白，欢迎。晚安，亲爱的阿丽。哇哦，亲爱的笑笑。Hello。CPTW， good， God， 欢迎。OK， 应该是网络应该好一点。Hello， 韩林 ，Hello 汉 ，Hello 齐白，欢迎舒云，欢迎。Hello， 金鱼书暗欢迎。各位晚安，怎么突然觉得呼叫也挺棒？以后这样好。好的，你聪明，你聪明，叫亲爱的阿里。Hello， 切尔东，欢迎阿当，欢迎林峰，欢迎。晚安，圆滚滚，欢迎阿俊，欢迎晚安。我觉得我今天有点不一样，就是我把头发放下来了，很久没有把头发放下来了，因为就是今天有整理它一下，不然其实通常我平时出门什么的，然后很常把头发绑起来，就回到家直播就懒得就是整理它。好好，欢迎148540，欢迎浪客，欢迎沙路，欢迎胡蕊，欢迎 I am query 怎么念不知道，优甲欢迎 ，Hello 晚安，浪客595510欢迎洛克，欢迎晚上好。很久没有把它放下来是一种什么感觉，就是觉得哦，突然觉得脖子就比较不会着凉，因为我平时出门是习惯性把头发绑起来，然后脖子就会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就是会凉凉的。九蛋傻呆，欢迎叶问，欢迎。因为现在头发是很尴尬期的阶段，然后所以我每次在出门的时候，叶问欢迎，小梁欢迎，梅普欢迎，痴心绝对欢迎 ，Hello 燕东欢迎，阿力给贡，酒鬼欢迎，好给贡，花爸欢迎，伦伦欢迎 ，CHL 欢迎，回回欢迎，陈鱼落叶欢迎 ，Good morning 家属，回回晚安，谢谢帅气的回回晚安 ，Hello 风雨欢迎，梅普晚上好啊，然后就是今天在家里，所以我刚刚下午比较空闲时间，然后我利用大概6点多的时间去跑步运动，然后刚回到家洗澡嘛，因为我们家明天晚上8点会停水，所以我必须赶快先洗澡。回回谢谢你的铃铃铛，墨图欢迎雾墨望初中，欢迎阿福晚上好，念念晚安。喜喜欢迎658，欢迎晚安晚安。T A K I U 欢迎 X Y L O N 欢迎 W 一生麻烦欢迎，名字只是代号欢迎。Hello 梦周公欢迎，要搬水了吗？没有，因为刚好我们家很多小桶子嘛，然后就透过那些小桶子把水都先弄起来。Candy 欢迎，阿成欢迎 ，Sale 谢谢你的铃铛，志宏欢迎，半云欢迎。对，然后我刚刚就赶紧的洗澡，就很怕等一下没水，然后就不好洗澡。然后就我刚回到家之后就赶快洗，然后头发也想说，哎，还有时间就把它来烫一下，把它烫，因为现在过渡期很容易就会往外翘。然后我刚刚就把它烫个内弯这样，然后所以很久不见的放下发型，因为我前几天打开 YouTube， 然后我就在看。我的直播我有时候会看嘛这样，然后我就想说，哎，就是怎么都是绑起头发的这样子。 h
Hello 乐酷啦，欢迎下下谢谢的红玫瑰 YET， 欢迎金明洲晚安，玉人晚安，猴子晚安，伐木木不准喝水，不行，没有啦，但是我们还是要买矿泉水啦，只是就是家里的那个什么，就是水龙头的水没办法放。金明洲谢谢你的啵啵啵，先心欢迎。我们没有留，应该是女生本来就，其实正常来说，女生不能每天洗头，因为每天洗头其实伤发质。如果是没有用到特别好的洗发乳的话，其实蛮伤发质的。所以女生会选择在两天洗一次，是因为这样子头发才不会受损。对，这是真的要跟你们讲，认真的讲这句话。嗯，对，所以你们要，而且头发又是。要吹干很容易会吹风机啊，如果你不是用了特别好的吹风机，你说随便用牌子，像我都随便用一个牌子的简单开架式的吹风机，所以其实头发会很容易干燥，因为而且女生头发又长要烫，然后工作的关系要染烫什么的，所以其实会很容易受损这样，所以尽量能不要去伤害它就不要去伤害。乐酷拉线的铃铛原来不是因为难干，不是啦，真的不是。八连伤哈姨欢迎，补档接到兔欢迎。但有些人可能也是因为哦，长发不是特别喜欢洗头发，就是喜欢两天洗一次，是因为觉得吹头发很麻烦。其实也是有，因为我之前长发也有，因为不想要，对，不想要留长发，不想要太难干，所以就没办法，就会选择性两天洗一次这样子。这是有道理啊，没错没错。谢谢玉然小云欢迎。晨晨刚刚说他每天洗的哦，我跟你讲，因为我去过晨晨家嘛，好，我这边跟大家分享，因为我去过晨晨家，因为晨晨他们家的洗发精是很好用的那种，真的是会，他那个每天洗，可能头发都会每天蒸诶，就是我有试着跟他问问看他们家的洗头发是哪一个牌子的，就是他们家的洗发精真的很好，对，我觉得不错，可以就是。如果是用它，如果常常用它家的话，我洗发精的话，我会常常每天洗。芋头欢迎，有停水吗？我们家这边八点会停水一下吧，不知道停到什么时候，但我有存水了。C X 三欢迎乐酷拉，谢谢你燕，欢迎一拳景致，欢迎。哦，这什么好可爱啊！谢谢痴心觉得好可爱哟、哦，怎么那么可爱啊？没了，哎呀。很漂亮耶，刚刚那个好可爱，有那个特效。今天网络好吗？你们觉得好吗？谢谢笑笑的红玫瑰。难得阿丽穿黑色的衣服耶，哎，我蛮常穿黑色的衣服吧。我知道那个洗发精，但有点贵。你怎么知道？陈家说啊，好可爱，我要截图，我自己截图。谢谢痴心截图，这个礼物也太可爱了吧！我是闪亮系。如果有这个特效，就下面如果我有这个特效，我就会一直用这个特效，因为不是有什么脸部特效吗？目前可以 ，OK， 谢谢家属 ，Sally 欢迎，刚刚考了一下，好，应该 OK 啦。Lin 欢迎，我也想用高级的洗发精，可是通常男生都不太会去看洗发精，对吧？是吧？我不知道，但对，阿丽没有那个闲，就是没有那么多余的，但是我其实平时就觉得，因为我发质其实算是，因为我没有在染烫，所以我其实觉得。我不会用到那么好的，就是我要看情况，因为我觉得那是因为可能有时候常常染烫的人就会需要用到那些，像我就不太需要，所以我觉得没关系，就一般的就够了这样。戴翠欢迎，竹百儿欢迎，你有用过？对，我去晨晨家然后用过，我就觉得很好用，我就想说他们家的洗发精也太好用了吧，这样就他们家用的。Hello 乐酷拉欢迎 JN 欢迎平静欢迎，不过戴森的很贵啊，吹风机要用戴森的真的很贵。天梦欢迎 ，Hello 酒鬼 WW 欢迎，我现在用的你跟我一样，其实会我可能更多时候是希望是用香的。CO 欢迎十二更欢迎，目前是用海林 ，OK OK 海鲜都是 OK OK 没什么用，都来着。我最近在用什么雾雾吗？我是用雾雾，对，有一个很香的。阿俊，谢谢你的星座浪宝。Hello， 晴天晚上好。七耀奇威，欢迎乐古拉，欢迎小西，欢迎 Y O U G E R 五八七，欢迎吐司吐司，欢迎啊！谢谢你，自信觉得，我真的觉得这个好可爱。哎呀，这个很，你刚刚送给我的那些特效，还蛮适合我的家里的背景，就整个很蛮
蛮搭的那个色系。对，代代欢迎晨晨，没说牌子，只有说一个蓝色一瓶黄色啊，别再说了啦，谢谢你，谢谢你，自信绝对。我要跟你用同款，好，那就是五五，就是一个牌子是五五，然后什么你们可以去找。然后我是用什么很香，它特别有一款蛮香的，忘记叫什么，要去看一下。回回欢迎 L 欢迎，因为我都随便买，因为我姐都说，她就要补货的时候，姐姐有时候是她补，有时候是我补。然后因为我跟我姐都不会在意牌子，就是什么用什么用什么，我们就是随便，反正就是看到什么就是拿就对了。这样我要剪影片给你阿里，谢谢你，你再剪影片给我，这么好，谢谢痴心姐。对 ，Daniel 欢迎556，对556。我之前是喜欢用那个香水洗发剂，因为我觉得很香，因为如果你头发这样甩一下，然后被人家闻到，他可能会有一种心情。对了，欢迎，不是556，是啊，是556。刚又卡了，对不对？因为我看到 ，OK， 哎，没有什么，没有音乐。Hello Stanley， 欢迎 Maple， 欢迎玉人，欢迎女生本来就很香，女生就很爱擦乳液啊，然后擦什么擦什么这样，然后香水啊，然后香剂啊，什么时候都很喜欢用在全身上下这样子。Maple 欢迎 CT13， 欢迎 YH， 欢迎狗狗，欢迎。快点，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件好事，你们快点猜是什么？556是洗发剂还是不是？5566是男团，那就556了，有556，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反正。我是真的就是看到什么就买什么的人，我不太会去，因为像我姐就问我说，哎，要买什么洗发精，我说随便啊，你开心就好，你觉得闻起来好闻就好这样。 Hello 永兔永山，欢迎伟，欢迎安夏嘎拉嘎，欢迎566 OK 啊，到底是什么牌子我也不知道。好，就是数字的中乐透了，不是安夏嘎拉晚安，阿丽要拍戏吗？不是啦，是关于你跟我，你们跟我之间的事，你们去看 IG 就知道什么事了。想豪欢迎，四处流浪欢迎，吃霜欢迎。你们应该看得出来吧？Kelly 欢迎，你要嫁给我了？嗯，撒眼，马上看好。霸天欢迎，所以昨天大家都有吃汤圆吗？等下跟你们分享一件事情，就是为了买汤圆，我跑了好多地方。Hello 坤坤欢迎。陈家说不愧是你，你知道，好 ，OK， 那你就提示给大家就知道了。季风亮欢迎，而且搞不好你讲的确定我是讲的，我们好像是他们吃到饱嘛，没有来，没有来，只有吃四颗。对，我要在这边，我先把食物放下。我要在这边呢，很感谢，很感谢。我想说的是，7000粉是。我跟你们一起创造的东西，不管是你们为我转发，或者是你们为我拍摄的东西，还有你们每次帮我分享的东西，我都真心的很感谢有你们陪伴，所以才有了这个数量。我自己也觉得我没有想过说哦这么快，就是我知道未来还会有更多，可能也会有到啊，只有一个或是两个，我觉得都还是谢谢。说一个就是在我心中，你们没有任何的缺点，不管你们是对我有什么，就是可能一些提醒啊，或者是一些需要告知我，哎，怎么样，应该阿丽应该怎么样的一些意见，我觉得我都非常感谢，而且我非常的谢谢有你们。这样的朋友跟粉丝，跟你们不是，你们是粉丝也是朋友，也可以算是我的知己，然后谈心的人们这样，所以我觉得我真的很开心拥有你们，然后希望未来你们要继续陪伴我们整个大 TP 的大家族，因为 TP 真的是
有点就是没，不管你们做什么，我不知道这两年我是怎么过，而且我觉得事情都来得很刚好，你看哦，最近刚好也是就是12月份，我一直觉得在冬天的这个期间，就11月、12月这两个月份，是我觉得经历更多，就一整年来说的话是经历更多事情，就是一个成长期，因为它就是快要到，已经十二月就是要到明年了嘛，对吧？然后我想说的是，每次每个东西都会集中到11月跟12月，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奇的事情，我也不知道。但是我这样推算，你看我刚进来 TP 的时候，是不是12月份、11月份？然后真的拥有你们的时候，真的就是11、12月。然后我的第一次发文就在12月22。没有听到吗？好像真的蛮淡，等一下哦。晚安。等一下，我要先看一下那个网络的部分再讲。有一点，那现在呢？啊，我刚刚讲的话都很重要，没关系，没事，我也可以再说。晚上好 ，D2017 没补，现在好多了吗？福福猫乖乖欢迎，一半没听到，现在没事。好，我想说的是，就是虽然在你们心中我觉得我在走这行路上，我觉得我有很多不好的跟让你们觉得就是可能小失望的事，我会想说在这边跟你们说对不起，这样有时候可能真的是阿丽就是本来脑袋就是有点荡荡的这样，然后会忽略了你们的感受，如果真的有这样的话，你们可以跟我说，然后我会改进自己，然后不管你们在我心目中是就是我觉得你们在我心目中真的没有缺点，真的是没有，因为我很需要像朋友像知己又是就是的粉丝们在我的生命当中，因为走这条路你就是我的依靠嘛，所以我觉得在很多次不管我觉得我在做什么，我都需要你们告诉我这样子，因为人就是跟人就是要互相嘛，互相的去影响彼此这样子，所以我希望未来的日子，不管是7000、8000、9000、10000，我想要你们永远都在这样，然后我想要你们可以一直跟阿丽一起更好，这样不是只有我好，而是一起。对，然后，我刚刚想说，就是你看哦，就是从我加入 TP 之后，我就觉得11月跟12月是一个缘分。你看我发片的时候，我们发 The Puzzle 的乐团的时候，也是在11月、12月；然后我进入 TP 的时候，也是11月、12月；然后电影上角色也是在11月、12月；然后最近的话，可能你看7000的时候也是在11月、12月，所以我就觉得11月、12月是一个很强大的数字，对我来说，可能在转变那个明年，所以一直在成长。你在经历一些事情的时候，都一直在成长。刚好十二月就是一个要转换到不一样阶段的自己的一个月份，对，啊，你生日也是11月 ，OK， 很好，嘉旭他很懂得把自己也放在小瀑布里面，所以我觉得你们就是要学习像陈嘉旭的精神一样，就是什么都有你的事，的确啦，真的什么都有你们的事。如果今天你们不在的话，我也不会想继续做这些事情啦，一定绝对。我回来了，我刚网络直接宕机。
我不知道你们现在看不看得到我。有没有没有看到我呢？嗨，为什么没有看到蚊子在跑？干嘛？为什么？嗨，今天的网路真的是……好吧，是最近的网路，对不起。好，先进来。直接断掉，然后直接关机耶！立马，赶紧的把它调到小熊掉。先让你们进来吧，我回来了，我回来了，回来真的是回来，飞来耶 ！Election 好了吗？进来了吗？好，应该都进来了吧。对，我刚刚说他怡真前辈嘛，应该都进来了，我在看。好，都进来了，很好。OK。对，然后我刚刚不是说怡真前辈吗？虽然没有什么交集，但是会舍不得啊。对，可以继续感性了。我先点个眼药水。别吧，先别。没有啦。其实就是想说的话，就是一直都是雷同的，但会一直说是真的，就是心里想的那个样子，就没有变，不会改变。我觉得我也不想改变自己心里的状态，当然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是保有这种真的真心当单纯的那种心。对，不管今天阿丽在哪，你们也要在哪的意思一样，不要变。不要走，阿基玛痴心绝对，噔噔噔噔，开趴的星星，闪亮的星，干嘛来参加秀？哎，我发现那特效真的很可爱，那个没有专属的那个脸部特效吗？如果有，我就去买那个特效，然后每天带着直播，我觉得那个好可爱哦。因为现在也是圣诞节嘛，然后圣诞节是不是一个很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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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节日？可以跟彼此分享喜悦领悟什么，阿丽要给我们更多更多的力量，没错，当然要，绝对要的，好吗？啊，谢谢痴心，真的太迟了，没关系啊，没事，人走了回不去没关系，但是我们要一直创造美好，是吧？要一直创造啊。我觉得也不是谁对谁错，也不是，就是人离开没有，就是不是这样的，可能有些人有苦衷，有些人可能真的也觉得不就是真的觉得还就是可能像我，如果真的要离开了一个假如说离开一个朋友好了，假如说我离开了一个朋友，我觉得那可能是因为我还没有不知道怎么跟这个人相处，或者是我还不了解他，然后或者是我工作忙，或者是什么叭叭叭各种原因什么。我觉得都是懂。你干脆买个星星套套好像不错，但哪里买得到？我是一个很懒惰的人，知道吗？就是要找又不懒，又想带但又不想去找，这样。真的，我错过阿丽的约谈，但不会错过你的电影哦。先跟你们，就是我觉得首映可能
对啦，首映可能会是在南山部落之类，很遥远。阿俊欢迎，云爵班小英英欢迎，一名吴欢迎，冷露欢迎，汉欢迎。Hello， 笑笑欢迎。是懒，是选择性懒。我只对我喜欢的事情比较认真，可是呢，对于这种就是，就是这种，我觉得还好，还 OK， 就没有到特别的用心的，我就会特别懒。但我是这样的人，直接欢迎俊丽，欢迎杨雄，欢迎。那你们是怎么样？该搬去南山了吗？我吗？暂时先不会搬到南山，因为感觉说，影片丢小盒子当然可以啊，阿丽会看，阿丽会看。Hello， 神恩，欢迎 ，Joy， 欢迎。小盒子是拿来干嘛？这个让我声明一次，小盒子是拿来互相分享的。不管你们今天要是梗图呢，还是好笑的崩图什么的，都可以传给我。今天是好的不好的，我都可以接受。前阵子好像就真的有人传崩图吧，林婷婷的崩图，我就是想说，好棒哎，这个人我最喜欢这样的。讲了一次你没了那回事，就知道没那兴趣。对对对，很了解你，很了解。放崩图，到时候那请阿丽自己剪一片。好的，同步给你教你。好，我有简单去学剪呢、啊，但是就是用一些手机的 app 然后去剪。谢尔欢迎，侯武欢迎，傅红欢迎。反正呢，我就只是我刚刚感性的话，其实大概都说完，就是，七千是你我一起创造出来的，嗯，这次一定是要跟你们分享这个喜悦，然后，你们，有什么话想说？也可以跟我说，不要现在说也可以，但小盒子说也可以。我也想学同木一样剪片，很简单，感觉就是剪片就是要花，要有那个 sense， 知道吗？我觉得就是做这些东西就是要有一个脑袋，然后因为所有就是要去学嘛。像我就是也是喜欢剪片的话，我就是有我的那个风格，但不是特别的完整或者是精美或者是特别的好，这也都需要去花时间。像头目就真的很用心在这件事。 KTF 欢迎，不为谁而做的歌欢迎，林烟欢迎， DDTTP 欢迎。很难比你自己放的更崩了，都没办法分享给你。我觉得还是可以哦，玉人。凯龙欢迎，我没有那天分。哎，你陈大说你很有天分好吗？你应该是说你做的那些图，就是你的 IG 的那个版面就已经很厉害了，不用看影片，看封面就觉得很赞了。我已经觉得你很有那个天分，很棒，给为你鼓掌，还鼓拍拍肩膀，为我懒得拿另外一只手哈，拍手。Hello， 杰伦欢迎。KDF 零零欢迎，晚上好。你欢迎，赞赞赞欢迎，姐姐欢迎，九蛋欢迎。Hello， 周肯成龙欢迎 ，Google 欢迎，嘎比欢迎。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好笑的事情来着，忘记了，我真的忘记了耶，我脑袋怎么那么……好吧，就我等一下想到再跟你们分享。但是我还有想到一个很好笑的事情。感性完了，我刚刚分享一下我的。平时跟姐姐聊天的一个话题很好笑，就是因为我最近我一直对我死会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一直理解不清，然后就好像是反正就是我就问我姐，然后我姐就说死会就代表啊，就假如说好，她还拿木木来比喻，她就说我假如说我这个人跟木木在一起就是我死会，然后我就说啊，为什么你跟木木在一起你就死会是什么意思啊？死跟会也不会搭在一个，说我就是因为我说哪一个死，他就说死掉的死，我说哪那哪一个会，他就是会不会的会，然后我就说那
为什么关这个什么意思这样，然后我就一直笑，我就一直说，所以到底什么意思？他说对，就是这个意思，反正如果哪一天，好，假如说你的粉丝他就是在楼下在你的下面留言说我死会了，那就代表他已经交女朋友，他不要你这个人了。然后我就说哦，你这样讲我就懂啦，讲到他就说对，所以你就别再问了，所以你哪一天你死会了，你也可以跟你的粉丝说我死会了，他可能就会知道什么意思。所以我就说好，那我会叫粉丝跟我讲这句话，但我不会跟他们说我这句话这样。然后我就一直笑，我就想说到底是什么东西啦，好烦啊，这个东西我最讨厌这种讲成语或是讲什么什么，就是我是一个没有脑袋的人，我是很有话直说的人，就是可能有些人骂人就会用很婉转或者是很有深度的去骂人，但我是不会，我是会直接说哎你很白白这样之类的，哎你很怎样啊，这样就我是这样的人。但是我姐姐说你要修饰话，修饰话很难吗？然后我就心想说还真的在我的脑袋里面是蛮难的，这是成语吗？反正我就是对于成语跟对于这种可能不是文字上就是好，它不是这么明白直接了当的话，我就觉得对我来说我就是不会这样。所以姐姐真的有学问，因为她前几天她就跟我讲说，我忘记，反正她就跟我说了一长段的什么什么什么以前比较会说的那种比较有深奥的话，然后就听着我说啊你说什么，你可以再讲一次吗？然后她就说我要说，然后我就说我不能理解，那先这样子吧，我就不想再听了这样。然后我姐就跟我解释这样，你真的很多词都不会，我比你更像台湾人。对啊，我就只会哈哈哈笑哦，嗨你好嗨这样，就是简单的直话直说的那种方式去表达自己的。对，群雄欢迎 Love 欢迎胡令狐欢迎亦凡可是我觉得直话酸比较酸，我是讲真的，我自己觉得有时候我你知道吗，我国中曾经有因为这样，然后因为我朋友不太了解我，他们就觉得我很讨厌厌，就是讲话也很讨太直，然后他们就排挤我。我应该有跟大家分享过这件事情吧，然后后面他们在国一的时候排挤我，国二之后他们知道我这个人相处的模式，他们就觉得很那时候很对不起我，为什么要排挤我，就是然后后面就感情好，死会国标现在都不知道的你，上坡欢迎，中能欢迎，更像台湾的意思本来不是，哦，不然说我是原住民，原住民本来词汇就不会多。哎，你如果你叫我讲主语，可能我比那个什么讲中文还要好。没有哎，我其实比较会，我如果因为我骂人的话，我就用主语去骂人，就会说，可能脏话就会用主语去骂人。反正那个人也不知道，矮沙不可能，一凡吐司欢迎，冰原是欢迎，没有，我还是有看韩剧，我什么剧都看的人，我真的，我美剧最近有在追，阿哲欢迎，念念欢迎，云汉欢迎 ，LRR 欢迎，北原欢迎，反正自从跟姐姐住在一起，我觉得很棒，因为她都会教我一些我不知道的词汇。吐司欢迎 ，Hello 浩一欢迎，每次下来香港不用那些字没关系，嗯 ，OK OK 啊，我谢谢哦，嘉叔啊，谢谢。你是说木木要嫁去香港吗？好啊，可以，请阿丽教我们台词。不行不行，这个不行，等一下我家人看直播我就完了，被骂，被阿公骂说，哎，怎么搞的、啊、这个孩子？乱教人家看啥美剧？我最喜欢看的是那个，我第一个追的那叫什么？那个美剧叫什么？反正就是911消防队的那个，太忘记了，即刻救援了。然后我也很喜欢看那个好笑的《最后大丈夫》，酒醉的醉。反正我是因为觉得好笑才去看，然后我可以把。即刻救援是即刻救援吗？还是他们就是一群消防队的人，然后都会去当英雄去救人嘛，这样就是叭叭叭种种的那种。然后我就可以看很多次，一季一季我都蛮看了很多次。然后还有看什么？还有艾米丽，我超爱看艾米丽。艾米丽在巴黎，我已经看了大概有十几次了吧，我觉得超好看的。而且他有第二个
第二个那个什么，就是第二季，就是在等他的第二季《蜡笔小新的红玫瑰》。然后我之前看的一些美剧，我忘记名字，但是就是因为一些可能，我是因为女主角、男主角很正，或者里面角色有漂亮的人，然后我就去看肥皂剧。真的非最后大丈夫真的很好笑，我好像也看了大概十几次有吧，就是我平时是没事的话，我就会拿那个片段来看这样。蜡笔小新的红玫瑰，浩毅早安，本完美子欢迎，谢谢谢谢痴心绝对，谢谢你小红欢迎，好木木归我了，真的觉得有点怪，木木嫁给人类。好恐怖，蜡笔小新的温手里。等到我之后忙了，把狗狗给你们顾。YIKA 欢迎，我超爱老周。通某欢迎，好一晚。所以是有喜欢的演员吗？就是长得漂亮我就喜欢。好，就是长得是我的审美观的漂亮的女生我都喜欢。我每次都讲，我每次。应该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是一个很爱看美女的人，对，我是可以把，就是明明她只是我认识一下下的女生，我就可以把她当女神了，就我只是看过她一部片，然后我就把她当女神，然后就把她当我心目中最美，可是她又很容易被替换，所以这个叫做花心力。可以，我妈会把她养成深深。深深是什么？似乎你的审美观不难吧，合乎你的审美观，就是不管这个人的一举一动吧，然后我就觉得如果这个人他散发出的一举动是很美很有魅力，我就会称他为女神。就例如说，好，假如说这个女明星某某女艺人捐款了什么什么多少钱啊给那个慈善机构，我就说哦，她是女神，我觉得她是美女，值得分享。通我欢迎，然后而且我会那段时间就一直在我家人朋友耳边就语言说，哎，都是我女神，给你看给你看，我都是一个这样的人。但是呢，有一次我记得很好笑的是，我家人哦，我姐，因为他们都知道我是一个蛮自恋的人，就平时在家里啦，虽然我就是对我是蛮就在家里是很自恋，就是我会拿粉丝帮我拍的照片，然后我就会给他们看，我说，哎，你们看这个是谁，很正吧这样，然后他们就会说，好了吗，我们不想看这样，然后我说，我就还会传赖给他们，就是会传那个家里群组，哎，你们看，然后就逼他们放封面，然后或者是逼他们放什么什么之类，叭叭叭，然后只要每当每个人的手机在我的手里，就我家人的手机在我手里，我就会把我的照片，我就会把那个他们电话的名称林婷丽，我就改说最美家里最美的女孩林婷丽，或者是我会把那个封面放我的照片，这样看你这般的样子就有那种感觉啦、啊。这个自恋女，对，我是自恋女，有的时候别人不给我鼓励的时候，自己是自己的鼓励，对吧？是吧？你们认同这件事情吧？对啊，自己是自己的鼓励，为自己鼓励自己是一件很棒的事，我觉得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啊。我是讲真的，因为我也不会吝啬给别人祝福，因为我觉得祝福这件事，赞美跟祝福这件事是真的是很棒的，因为不管是路上哪一个人，你真的觉得他做的很棒，你鼓励他说，哎，你很棒，哎，我觉得你做了什么很棒，那个人听了会做的越起分，我就是这样的人。我也把我妈手机的改成你的乖儿子，对啊，类似的意思啊，对吧？所以你也蛮自恋的，陈家叔。搭配六环，我也不吝啬会对木木夸奖他，我说你真的长得是狗界最美的耶，这样。对啊，所以我觉得人哦，一直讲好话，就是你身边听一直听到好话，他是会被影响的，好的东西会一直被影响。可是如果你一直在说什么啊，我不相信你可以，我觉得你真的没有做得很好，你其实有的时候人他一直听着，有些人可能会很理性的去看这些，但是通常一般人一直听这些东西，他也会被影响，他也会怀疑自己说啊，我这真的做不好什么的这些。所以我觉得话语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有力量的。木应该一脸问号，但是我还是想赞美他，
像我姐之前没有眉毛的时候，我还是觉得说，姐，我真的觉得你没有眉毛，你的眼睛还是很漂亮，因为你的眼睫毛是，就是真的是很长，然后双眼皮很漂亮，很深邃这样。虽然你没有眉毛，但我只想看你，我只会看你的眼睛，可是你还是漂亮的这样。然后自从她秀了眉毛上去哦，哇，我直接叫她女神了耶！我就说，哎，你是女神了耶，姐姐。然后她就说，谢谢谢谢，她就讲谢谢啦。有比你美吗？我说没有，说我不是乖儿子，不想听我的电话。你妈也是很可爱，天哪，我妈很爱挂我电话，你妈也太可爱了。开心的是猪乎都夸我很细心，对不对？哎，我跟你讲，被夸你真的会觉得，我就是要做更好，就是每当每个人，但是也有一种激法是，我有跟你们说过，就是我刚进里面的时候。我很常会被老师说林婷怎么没有表情，就是会说老师就是说我都会事后课后有时候可能会结束后就问老师，老师我的舞蹈怎么样什么，老师都不关乎，他不会问你舞蹈好不好，因为他知道每个人的舞蹈能力有限，但是他知道我们做得到，他一定会跟我们实话直讲，他就说林婷你的脸不要一直一样的脸这样。所以从此之后呢，艾丽就开始对着镜子一直就练习这样。怎么听起来你不像在讲，你不像在赞姐姐，我在夸奖她。Hello， 浅哥，欢迎夫妇猫，欢迎。姐姐是本来就是女神，那不一样。哎，我跟你们讲，我现在脚超痛的，因为我刚刚去跑步，然后因为我在伸展的一些动作。听到我讲话是怎样？我的大舌头的部分哈，反正我就是做一些伸展的部分，然后我刚刚好像被拉到还是什么，我就大腿内侧超痛。然后我刚刚就是盘腿坐的时候，心里想说，跑个步，虽然很久没有跑，我有一段时间没有认真跑步。然后因为我最近要减肥嘛，因为礼拜六的表演，然后开始要克制一下自己这样，然后我就去跑步。然后我觉得好，大腿内侧好痛，怎么不能？现在有点不许。我也想被猪猪老师笑，猪猪老师真的，我觉得。他教我的方式是，就是会激励我的，就是你真的做得很棒，他不吝啬的给你夸奖，给你鼓励，但不会一直，但是他就说，哦，你今天做得很棒，就这样。然后可是当你做不好的时候，他觉得你应该要做怎样，他就诚实话实说这样，要舒展一下嘛，可以吗？我可以舒展一下嘛，像是现在才减来得及吗？来得及啦，至少我有那个心，而且我是减肥都是。看活动跟表演的时候去剪的，许阿北，谢谢你的 bubble book。没有，阿丽很胖，你们都不知道。哎，我可以在床上伸展一下我的大腿肌吗？哦，我的大腿肌真的好痛。哎，那我现在看不到你们的字，哎，你们可以稍回我吗？我现在看不到你们的字，但我想伸展一下。我们的腿都很酸哦。你那个就你再把它好吧，你们看默默给大家看，他超爱这样撒娇的。OK， 应该有伸展到，哦，舒服呢，有舒服到呢。穿下去，哦，有舒缓到，一下开放讲阿丽的坏话，阿丽很笨，阿丽是笨蛋，好哦，我接受这个，因为我真的是笨蛋，我不会走心，因为除非人家讲我，心很坏。我才会难过。阿丽讲阿丽是笨蛋的话就没办法，还以为你要做一句没有，我只是我要想拉一下我的大腿，因为我刚刚从我洗完澡然后坐在这里已经坐了大概有一个小时吧，加直播现在半小时，所以因为我刚刚在那个就是化妆跟吹头发，然后就坐着，然后就觉得大腿很痛，可是又想要好好化妆，我不想拉，然后可是我刚开始直播的时候就发现越来越疼痛，可是我现在拉出来就哎还不错，就蛮舒服，就哎可是就筋感觉就不会那么紧，对，好，你心不坏这就很难用在你的身上，
所以不要说我心很坏，我觉得就可能会当下哭给你看，没有啦，我会有点走心，我还想说啊，真的吗？我有这样吗？这样，对，哎，所以你们真的是不喜欢吃芝麻的汤圆吗？我在这问一题，因为我昨天看留言，你们真的很起劲的说你们不是芝麻派，你们是花生派的，我心太冷，怎么你心太冷？Hello， 痴心姐，谢谢你的浪宝。再讲再多缺点，你也不是心很坏。芝麻好吃，对不对？是不是芝麻？我喜欢吃芝麻，更喜欢花生，很好，你这样很棒。你有把芝麻也放进去，我觉得花生好吃哦。好啦，我其实真的爱的汤圆就是有芝麻，我的始终如一就是真的爱芝麻，所以要派系战争咯。没有，我是昨天在看你们楼下的留言，然后我就心想说，怎么我好像被世界隔，就是与世隔绝的感觉，只有我一个人吃芝麻，但后面有留言说他喜欢吃芝麻，这样我就觉得啊，心里放松了，这样芝麻跟花生很配，我觉得阿丽跟布布们也很配。我昨天也是吃芝麻汤圆，但花生也不错。谢风亮，欢迎坤坤，欢迎。好吧，算了，好的都不要，以后都吃鲜肉汤圆。哎，但我先说一题，我们不搭配了哈。建谷欢迎，建谷县的枫叶，我先说一题，但是我真的没办法吃咸汤圆哎，我。有在座的人没办法吃咸汤，就是我真的打从心底超不爱吃咸汤圆的，因为我觉得汤圆它就是应该是甜食。就长大之后听到说啊有咸汤圆的时候，我心想说谁会吃假？像我就觉得我就喜欢吃甜汤圆，所以你们煮咸汤圆的时候不要考虑我，你们吃开心就好。昨天冬至嘛，我一直收到芝麻汤圆，咸汤圆是咸的，什么东西啦？人家是我不太喜欢咸的，哎，跟我一样哎 ，Joey， 我小学也不爱咸汤圆，我是从小到大，我以为我长大了就会接受咸汤圆这件事情，但是我没办法接受，而且炸汤圆我也是有一点没哦，但是现在可以，之前也是没办法接受，但现在 OK， 因为它吃起来还是蛮甜的。客家咸汤圆很好吃啊 ，OK， 一定也是好，也都是好吃，食物都好吃啊，只是我不会去吃，这样就是我不会去吃，把它当一道菜就来吃就好了 ，OK， 很好，没问题。然后我要跟大家分享，对，我刚刚跟大家分享，因为我昨天是干嘛来着？我昨天是去练习，对，我昨天我们练习回到家，我回到家大概是十点多的事情，因为我记得我吃汤圆是十点多发的文嘛。然后因为我姐呢昨天买不到汤圆，然后因为她昨天也是工作也买不到，所以她就有叫外送，就是超商，她是用那种，因为那没办法骑车什么，就是下大雨，她就想说叫外送送汤圆这样子，结果汤圆也没送来，然后我就一下站，我马上去全家或 Seven 或是超商，反正就是叭叭叭去买汤圆。然后我就说，我希望，因为我们家有对面有一个姐姐，就说她那一天回来回家的时候，也有去家里的附近的超商看，然后也卖完了。然后我就一下站，我那时候心里打冲就觉得，应该就是没有了，就是我觉得应该就是算了，应该就是真的没有了。也是我就觉得啊，吃不到有点难过。然后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吃汤圆的人，我是非常爱，不管今天它是不是冬至的节日，我必须觉得这个东西不能消失，因为我真的喜欢吃汤圆。对，好，然后我昨天下车，然后我就去第一个超商，我就下去看，然后就一直默默祈祷说希望有，真的有，然后一到冰箱打开眼睛，哇，全空，我整个吓到，想说哈，而且它上面那个什么，不是对立啊，是面对面。我刚讲错话，
昨晚的外送蛋都不好做，太远太重，嗯，有可能，所以昨天都没有送来，然后姐就取消订单，他还跟我抱歉说啊没有办法，我说没关系啊，我说没事的这样，然后我就看到啊没有汤圆，然后我就很难过啊，走出来之后，他说还有希望，还有希望，然后我就去对面，因为去对面的超商，我姐就跟我说，她刚刚下班的时候有去看，已经没有了。然后我想说，哈，那还要去看吗？然后我想说，算了，去看一下好了，有看是有机会这样。然后我就去看，刚好店员在补货，而且他只补了三包，三包全部都是芝麻的。然后我想说，我太幸运了吧！然后我就赶快买了两包，然后想说一包就留给别人，因为可能也有人正在找汤圆，所以我就把那一包留给他。不然的话，我是想买掉三包的，因为我的冰库会放存留放汤圆，因为我每次可能无聊突然想吃，我就想吃这样。对，热量蛮高，但我昨天就只吃四颗，因为我最近有点在减糖，我现在也不吃糖，然后就是。正常吃饭这样，正常时间吃饭，然后可是我不再吃宵夜了，因为我前阵子真的每天都在吃宵夜，而且是夸张的吃这样。对，一定是命中注定的相遇，一定是命中注定的相遇。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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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会歌词，对，我就是不会，忘记了。好，你可以跟我说，可以外送给你，可能有点远哦。然后我真的就很开心，还让提着两个跑回家，就很开心吃汤圆这样。然后我就吃了当下就跟大家分享我的喜悦，就是吃汤圆这件事情这样。嗯，就这样。好，这是我昨天的故事。谢小野怎么哼的这么好听，谢谢玉人福福猫，欢迎。以前做超商很讨厌冬至，我不喜欢冰柜，很冷。哎、欸，你有做过超商？哎、欸，那你做蛮多东西的耶，陈家树，你也是一个各式各样雀跃的小舞步。对啊，还在那边小跳舞，还在那边耶、yeah! 然后我就马上打个结，因为我下客运下站的那个回家的路上有一段距离，我就赶快打过去，姐我买到了，你赶快煮热水，你现在煮，现在，对，我真的不想再买，活该，干嘛一直骂人呢、啊？小弟弟欢迎，飞欢迎，好，对我就活该，嗯，真的还好没有吃到，如果真的，如果还好有吃到，如果没有吃到的话，我可能真的我会骂自己活该了，然后发现大家都是花生派，有一点难过，那时候当下想说。啊，好难过！怎么大家都花生，没有人跟我一样？然后后面就有了。我以前做过小七跟全联，哇，也是一个工作做很多哎、欸，有什么差吗？哪一个比较累？我想问一题。NIEIL 欢迎 ，NIEIL 欢迎。刚补完汤圆半小时就卖完了。对啊，所以你还一直急着补，对吧？我懂你那个辛苦。就像我之前做，我有做过那种半豆的，就是那种餐厅啊，然后你在结婚啊这样，我是真的觉得超累的，那个是我人生中做过最累的工作。我诚实说，我做那个工作真的是，我做很多工作，各式各样的打工，但我真的觉得做那个餐厅很累，因为那个速度要快，然后上就是有时候有些人要包场啊，什么什么婚礼或者是满月或什么什么叭叭叭的，或是对，我真的很累那个。桌子啊，赶快收啊，赶快怎样怎样，不不不，对宴会厅，哦，那个真的会腿酸呢、欸，对，而且又会有小朋友跑来跑去，你要注意不能倒这样。芝麻赞，怎么现在有人在留言 ？Sally 怎么那么可爱？那个做完的都要摊，对啊，我每次只要回到家，我想说我今天经历了什么大战，可是真的很充实，就是。我发现为什么我这么喜欢打工的原因是我也是一个很喜欢聊天的人，嗯，因为我姐都说阿丽真的很爱聊天，就是只要她的朋友来我家，我都不吝啬的，就是我不会躲在房间，就是我也想跟大家聊天这样，我很爱现在跑外送，为什么？你现在真的在送外送吗，家属？那个时候那对，我有一次打桌打到手拉伤，打桌是什么就医？
舞场结束还要接晚场的那种，对，那真的是，可是我觉得很充实，就是我非常非常喜欢跟人聊天，跟人家互动，因为我觉得能听是一个福，不管那个是好的不好的，不好的你就吸收掉，你自己去把它清理，但是好的东西也是对你未来有帮助，所以我觉得每次当在跟人家聊天的时候，我会觉得很好玩很有趣，人家也会说故事或什么，就是你跟他虽然没有什么熟不熟，你根本第一次看到这个人，可能就是你在做餐厅，然后可能他就想跟你聊个几句搭个几句话，我就觉得哎，其实还蛮开心的耶，这样现在没有在跑就没空看你了，那刚那样有点凶刚刚那样想话是宴会厅翻桌啊，拆桌加桌，哦，那个真的很累，尤其是那个转盘，要包那个纸，就是包那个巾。我爱听别人讲，我也是，然后我也很爱自己讲，所以每次只要我姐朋友来一下，我就会说跟他们聊一下啊，聊一下现在姐姐朋友都在干嘛什么的，哎，姐姐生活都在干嘛，也是想了解，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多听也是在。学习呀，这个也是一个，对，我虽然不是，我不喜欢看书念书，我不喜欢这样的学习，但是我喜欢人生经历的学习，嗯，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吧，比读书就是还重要，因为我觉得每天遇到的人各式各样，你能了解别人，你能相，你跟人这个人可以相遇，我觉得是一件还蛮特别的事啊，这么多人你偏偏跟这个客人聊上天了，我觉得哎也不错啊，赞哦，这样就觉得哎呦很有缘分哦，像我觉得哎我加入 TP 认识你们哇，这样还每天可以跟你们嘻嘻哈哈，这样子一凡显得啵啵啵，对吧，书烧掉，我真的没办法坐在那边跟大家在听老师讲话，虽然我以前很喜欢听人家说话，但我真的每次一到一听课就想说我在哪里缘分很重要，哎呦我怎么一直荡，对不起，终于现在来先到家说欢迎夫妇猫，欢迎别再荡了好吗，神推主你欢迎 please 别荡，马六欢迎，除非老师讲故事，对，老师如果是什么讲故事书什么的，我觉得啊太棒了，或者是了，而且以前呢，老师我之前一个老师就很常说啊，他就常会说啊我小孩怎样怎样，就是会说什么像我小孩对什么什么，我就会在旁边听这样，哦，他讲他家里的事情，我要听，第一个嘛的耳朵亮，眼睛也亮，听老师讲他的故事，天不亮欢迎。课没有什么好说，也不是这样讲啊，该学的还是要学，不要学的就不用学，用不到日常用不到不用学，真的。Hello， 小乐欢迎。没错，真的没错。小乐谢谢你的浪包，我喝点水，最近真的觉得姐姐的这个杯子真的是很实用，而且我上面有写阿丽然后一个笑脸，亚麻鲁普欢迎，谢谢一凡，谢谢一凡的，所以数学是在社科，也没有啦，一加一会就好了。等下，看一下，日常用得到的数学就 OK， 学到就好，是吧？阿丽说的杯子好好看，真的，你们也觉得哈？而且很有 sense。告白气球，谢谢一凡，姐姐懂送。我以为会写 Li， 没有写 Iz， 没有写 Ali， 就我最常会用的英文名字叫阿丽。就阿里呀，阿里阿里，因为真的很多人都叫阿里，阿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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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猫显得成功，就是我蛮喜欢
人家叫阿丽的，我觉得蛮好听的，很简单。不然你们念林婷丽就有点太长，像我也喜欢给人家取绰号。小迪就觉得，就假如说讲小迪前辈，我是觉得还要讲小跟迪，那我就喜欢那种同音，我就迪迪迪迪前辈这样，或者是说就是陈宝，我就说来陈宝，就喜欢简单。My wife, Oh my God, 陈家淑，不是这样子的，这不是一个英文名字，这不属于我的名字。猪猪弟弟，对啊，弟弟或者小三，就叫小三，或是每日，我很常叫每日，哎，每日，这样，只差后面加一个嗯，阿令，阿令的意思。阿令，对啊，你也不可能常常，大家一定也不会常常叫阿令，叫黄丽玲，哎，他叫黄丽玲吗？对吧？他叫黄丽玲，杨怀颖，所以就觉得很绕舌，所以就希望大家叫阿丽 ，darling， 不要陈家淑，你真的可以联想到什么？你真的是一个 YLO 欢迎联想王，苏云欢迎。你知道怎么看的那么入迷吗？我刚刚一直在看，还有一个旁边啦、啊，就是我刚刚这里的旁边，它都有一个框框，不知道那是什么。然后反正就是还有一堆火箭往上喷，然后上面有美女的照片。我想说，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啊？我刚刚很认真看，他说在干嘛？啊哈欢哈哈啊欢迎啊啊什么哈啊？就是。金米粥，你打什么？孙思涵，欢迎。旁边火箭还很烦，不会啊！我刚刚就在看，我刚被那个吸引了，我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然后说那是什么东西？这样，这么小你也看得出来？看那照片就打了，大概都哦，很漂亮哎，就感觉很漂亮。还好我用网页版，网页版就没有嘛。我就知道你在看火箭，哎，怎么知道陈家淑？你们猜我头发什么时候可以留长？我现在真的好想他赶快留长，因为我最近一直在看我长发的照片，然后我就觉得哦，好想赶快留长，因为头发短头发很难整理，超级难的，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整理它、欸，也没人推荐我说哎、欸，因为我也不能染，也不能烫，然后就觉得头发很难整理，然后他就一直就是乱翘，就觉得很烦。阻碍我打字 ，OK， 原来他们是阻碍。他们那么漂亮，我说那个火箭很漂亮，你还可以阻碍。明年两二月握手会应该可以到肩胛骨了，可能会到这里，对，有可能哦。一个月看，现在这长度也很好看，但是要经过整理才可以这样子。先说你公司照拍了吗？不告诉你。好好欢迎，拍了就留不长了。没有啦，我的公式照我还是就是跟姐姐说中分不变长，就是留长这样，拍了也就是能拍也没办法，但是就是要留长，就是要留长，因为我觉得我还是很比较觉得长发比较好做造型，虽然短发是还蛮有自己独特的味道，对，然后你们怎么知道拍了？然后对，然后我觉得长发应该当偶像比较好，因为有的时候还要用一些可爱的编发或什么，就是可以做一些造型，可以让人家看。而且我也喜欢长发，就不用整理，也不用去烫它，因为我很喜欢。我有跟你们分享过为什么我喜欢中分长发吗？之前看到月台阿丽的预告短片。那长度很好看，那真的蛮长的。有人改发色，应该就是拍了。哦，对，我们都是看全员的拍立得啊，加一。OK， 好，拍了拍了，我还在等公式照，公式就是不放出来。好，我们快了快了，
长发可以变成短发，嗯，短发也可以变长发去接啊，只是就没有那个钱。这样好，然后哎，我刚刚讲什么？反正就是我最主要是因为我为什么喜欢长发中分，是因为我一直印象中我妈她从小给我的印象就是她是长发中分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很漂亮，因为以前我会觉得我妈妈很漂亮，我妈妈也是白白的，长得也是有点像混血混血这样子，然后妈妈最喜欢的发型就是直发跟中分这样，然后我就很常看，我觉得好像我妈在的时候我几乎都是看到她那个样子，然后我妈发质很好，然后我就觉得这样很漂亮，然后从此之后我就觉得我也要中分长发，中分长发，所以我其实很少很少，除非我那有段时间我染金了、啊，但是我几乎都喜欢我中分，对，中分比较好，因为中分也不会有什么刘海要一直要剪要剪，或者是遮到眉毛，我喜欢我的眉毛露出来，我喜欢我的额头这里，所以我没办法。中间这边有头发，之前在妹妹头的时候想说哎、欸，还是改变一下造型这样，也我觉得是蛮好看的，但是可能还是不习惯，有的时候还自动的变到中分，然后想说好、啊、那算了那就中分吧这样，因为刘海也是需要去烫它跟修剪它，所以我就是一个染跟爸应该口味很相似，也一样这么帅，嗯，什么在讲什么，那不是长得像你都很漂亮，你妈妈很多人都说我跟妈妈长得像，谢谢，因为我们把阿姨生得这么漂亮，谢谢，自信绝对，可能一月公演就会挂新的公式照吧，希望，我也希望我的公式照出来应该是不要太圆，可以帮我修瘦一点，希望三周年就出来，好，我希望明天就可以出来，快点出来，小杨欢迎李真晚安。那你们最喜欢女生的发型是怎样？我想听听看你们，Hello, Sunny, 想听你们最喜欢女生的发型是什么？露额头挺，至少不会比牡丹造型圆。哦，懂。我他看字跟讲出来的话，我刚刚讲不出来。我公演前去买阿丽推金，到时候前座可以这样，可以举给你看。好的，谢谢痴心绝对。阿丽的五官感觉就是爸妈有一边全家轮廓很深的那种。哦，对啊，哦，我的外公轮廓很深邃，然后应该说好，我妈的眼睛很圆，然后很凹，就是也是很凹。我外公的眼睛也是很凹，然后我爸爸妈妈的鼻子都很挺，对，然后嘴巴，有大有小，可是我们家是比较偏白的，就是原住民家庭的肤色是白的，因为泰雅族本来就其实白的人蛮多的。午安，婷婷宝贝，晚安，我喜欢你，爸妈。你爸喜欢你妈，你跟你妈很像，结论口味。Oh my god， 陈家树，你今天疯狂的告白耶！你从前面的求婚嫁给我，什么咚咚咚？你不是说你是全家最不好？对啊，我是家里面没有啊，我是家里面五官比较疏的，就是因为我哥跟我姐眼睛都很大，然后就我的眼睛很小。以前我还没长开的时候，脸挤在一起的时候。就是鼻子，因为我鼻子算挺，但是我哥跟我姐的更挺，我哥跟我姐有鹰钩鼻这件事情，那时候因为我小还没五官还没展开，所以那时候我的鼻子是家里最塌的，然后我也以前因为太爱晒太阳，然后太爱出去玩，然后我是家里最黑的，然后还有什么啊又最胖的，对，然后所以以前就是最丑的那个。晚上好，威鲁。上次有人说我最近没讲啊，我那样说，我就说，哎，最近家叔在忙啊，怎么都没在说话了。好了，你讲是让大家嘲笑你，嗨，不是吧？明天献策，加油，婷婷宝贝，我们帮你加油，你一定要考试加油，努力看屁直播，快去温习。
哎，不可以挺挺你不陈家说你不可以这样骂挺你宝宝，你很坏，你要跟他说你不要这样讲看屁直播，你要说不能看直播，快点去温习工作哦，功课哦，然后明天加油，你应该这样子，你怎么那么凶？鹰钩鼻应该不会常常被认为外国人呢、啊，那会不会常常被？但是因为我姐的眼睛是很大，她是没有这么凹，可是我是眼睛比较凹，就比较像外公的。我妈妈的五官，对，澳门普国欢迎 ，Hello 爆米花，志祥欢迎。我没那么温柔，温柔的是你，但你也不可以这样啊。害我看了样就很想笑，然后我还念，等下会不会有人故意给我剪接，说什么阿丽骂自己的婷婷宝贝，说看屁直播还不可能去问，等下这一段剪下来，完了，我直接毁灭了我的形象，真的是彻底毁，因为我觉得形象毁了，不是在于说阿丽多么的狼狈，或是阿丽长得就是很邋遢什么，我觉得这个不是用在毁了形象啊！谢谢痴心加蛋，又是星星耶、yeah ！然后我觉得反而是这种，就是这种，会被故意剪接的这种片段，才叫真的形象毁了。不说还不一定有人接。陈家树，你敢剪，你会被我杀了！云汉是你的红玫瑰，你要毁了我，你要亲自毁了我，可以不要吗？我就是陈先说他要剪，我们不要理他。婷婷宝贝，没事，你不要想这个，我们要想着明天考试，好吗？如果你要去读书，你就在那边跟我说一声，然后或者是你也可以边听我直播边看，你可以画面放着，但声音关掉，请认真的认真的看书这样。所以你要剪吗？不要剪呐、啊，剪我！我是说剪刚刚那个片段。但是如果是可爱的，哦，像刚刚那样有星星的都可以剪。但是像陈家叔叔要剪那个，不要。达美六欢迎李哲，欢迎，好恐怖！我突然觉得现在讲话都要小心。又纯又欢迎，但是我相信婷婷宝贝会为我站起。他说不是这回事的，阿丽只是在附和留言，然后就全部推向陈家树。有啊，我有剪啊，可以剪粉星星的，可以，我喜欢，我觉得那个很可爱，我就觉得那个特效真的很可爱，戴起来有点呆萌，蛮适合我的 K A， 因为我就是呆呆的，好吗？就是呆，人生中就是呆。Hello 王 ，Hello 王的小妹 ，Hello 王妹。Hello 王妹，让他想啊，谢谢你，痴心绝对，你今天应该是第一名，你一直送我礼物，谢谢你。好了啦，你不要再送了，我已经看到很多次，我觉得我已经心满意足，我是很容易满足的人。呆没有萌，陈家说你一下说你口口声声说你爱我，然后呢，你就在那边黑我，在那边损我，你真的是泛水偶像哎、欸，你的偶像也是这样。就是真的是很，我真的很爱小布布们，然后就还在说小布布们都很坏，这样就是这个同个意思。我要让你记得我，我也记得你了。你叫什么？你叫我要怎么叫你称呼你？你叫翔哎、欸，私信觉得这样我握手就不用挂名牌。好，那就说我是送你星星那个，我就知道你是谁了。我就从此知道哦，你是星星男。你是送我星星的，所以你是星星男。Hello， 星星男。Hello， 周一晚上好。星星，不是那个星星好吗？陈家树。但我说真的，陈家你不要那么凶。你凶我可以，但你不可以对别人凶，你要听到吗？陈家树，不能对，就是可爱的小布布们凶。进来的朋友们，我怕你们吓到大家。但你对我凶可以，因为我是一个就是要被凶的人。哎，乌吼吼，乌吼吼，欢迎啊！不是，乌欢欢迎乌吼吼，乌吼吼，对你就是乌吼乌吼吼。给你们分享，看我把我之前在那个拍戏的那个，就是拍韩用他们家的那个
那个名牌挂在这里相框上，原来是抖 N 的部分，人家就是抖 N 的。啊，用他们家主演，我被称主演，哦，怕。人家陈家树生气，人家走心了，不理我。我本人很好，我知道你人好，我真的知道你人好。有时候我知道你在开玩笑，可是，不想你们吵架。好了，就是我不喜欢争执。我这个人就是，我不太喜欢看到吵架，或者是看到要开始起冲突，我会装作没事的，慢慢的哦，下一个话题这样。宅男欢迎咖啡欢迎，主演不是阿公吗？主演很多哎、欸，主演非常多。嗯，体型照我再看一下。好啦，好的，好的，加速。你看，听你在那里说，你们两个好可爱。好啦，这也是蛮可爱，让我看到你们这种感觉有互动，我就觉得蛮好的。就是平时你们要多。多互动，原来是全员主演呢，还蛮多主演的，因为他是在讲一个家庭呢。小瀑布人都很啊，对啊，你看只有他在欺负我，来成又开始撒娇了，你真的，而且你大头贴凭什么放瀑布？虽然我之前就一直知道这件事，但你为什么要放瀑布？为什么是放我？开始吃。女明星开始吃醋，没有看一下，女偶像吃醋，人哥欢迎树哥，他是刀子嘴豆腐心，他不是豆腐心，那绝对不是。刚刚是谁在那边欺负我？木木神推 ，OK 啊，那你们以后都放木木就好了，你们也都举木木的牌照了，也是现实中每个人都是自己人生的主角。先去洗澡，好，赶快去，我今天应该也是拍。还开到十点吧，对，我今天开到十点。刀子嘴玻璃心，你还有在把水喷出来？你自己讲的，不是我讲的。默默很 catchy， 那是什么意思啊？哎，不好意思，仁哥，我不懂英文。Hello Sally， 你放足足的可以给过，你那个放足足的，你的大头哦，有看到了，刚刚就是这边的大头贴是空空的，放足足的好。木粉丝名要叫什么？木头粉，一群木头，一堆木头，木的粉丝名称叫一堆木头。我的天堂有阿里吗？什么意思？什么天堂？小木炭不要啦，他的是木头啦，他的是一堆木头，呵呵，因为他是木头人呢。他还没来的时候，他真的很像一只很就是不会动的狗，就像木头啊，不会动。众宅男欢迎，他很内向。木木的之间，大家好，我是阿店的主人木木。哎，不可能吧？不可能交换身份交换吧？交换是什么？哎，我今天讲话在干嘛啦？我、哦、怎么怪怪的？天哪，脑袋转的不是特别好。今日，女儿像父母懒，谢谢哦，谢谢赞美，懒也是一个赞。你越是讲我懒，我越是要。做好不好？自我介绍 ，OK， 谢谢人哥。不说我的宠物带给大家那么多麻烦，真是受不了了。他才带给我很多麻烦。好了，人跟人相处就是会常常彼此带给彼此麻烦，这是一件事。就是其实我说来刚好说这件事，我觉得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觉得我经历过的事吧。我昨天有点无言，为什么婷婷宝贝没有来？没有吧，每天保持都不好吧。
你可以玉安欢迎好，我每天都会讲话台湾国语，没有，就是都对乱，就是，哎，好好好说话，拜托。昨天爸爸要去牵摩托车，叫我锁门，然后呢，对，婷婷宝宝，你可以去看看祖祖宝贝哦。就是我觉得麻烦这件事情也是一个甜蜜的负担。就假如说，好，我已经，假如说我已经决定做了某些决定，可能我要养一只狗，但是它会造成你很多麻烦，就不方便什么，或是我要做一个决定，都会有来自很多麻烦什么什么的。我觉得这都还蛮正常的，我觉得啦，对我来说都是蛮正常的。可是我真的有最深感触是，其实，因为之前我都是跟，因为以前高中国，高中开始吧，我都自己住房子，自己住。然后因为就是可能家里一些原因啊，反正叭叭叭种种的，就是我以前是蛮独立的，习惯性自己住。然后就是自己顾自己这样，其实也是因为照顾我长大的通常就是奶奶爷爷啊，然后阿公阿嬷，可是阿公阿嬷奶奶爷他们生病的生病啊，身体不好的不好，然后离开的离开了，所以其实就是你也不想要一直当小孩子被人家照顾，然后你也不想麻烦别人这样照顾你，所以你都会选择性自己独立起来嘛，对。然后，就是我之前自己住跟朋友一起住啊，我都有很多很多习惯跟生活上的什么，可是因为为了房租要减轻啊什么的，就必须得就是跟朋友一起住什么的。然后就会造成很多麻烦，爱吵架这样。哦，我先听婷婷宝贝说什么。我想说要去上个厕所，宝宝。如果说你要去了吗？我回对啊，干嘛？然后我正要谢谢痴心绝对的浪宝，正要帮他锁门，结果你知道他说什么？他就说没差，我有钥匙。所以爸爸他想表达说他不是叫你锁门吗？然后他又说他有钥匙，所以你说你去上厕所的时候，爸爸就说你要去了，然后你就说对啊，干嘛？然后就说我正要去帮他锁门，结果你跟他说什么？他说没差，我有钥匙。所以你说他口气很差吗？还是怎么样？傻眼的爸爸。对，他有钥匙叫我锁门是在哈喽。OK， 我懂婷婷宝贝。那爸爸的口气有差吗？有吗？会的秘密我还没有。他说他的意思是说，因为他那时候爸爸叫他去锁门，然后他就说他先上个厕所，等一下再锁，他可能是这个意思。然后就他爸就说啊，那你要去上厕所了吗？这样，然后他就说，对啊，我要去啦。这样，然后他婷婷又回爸爸说干嘛？他说我要去啦，干嘛？这样，然后爸爸就说我没差，我这边有钥匙。然后他就自己去锁。那为什么当初他可能他的意思是说，就是那你有钥匙，那你当初你干嘛不自己去锁？这样你还叫我去锁，可是我要上厕所。这样，然后哦，所以你会觉得心里很难过是吗？婷婷宝贝，一凡欢迎，谢谢你的枫叶。好了，其实你也要懂，可能爸爸当下可能也不是故意要这样的啦。我觉得没事，婷婷，反正都过去了，这种小事不影响人生未来的美好前途。对，你就你可以跟爸爸讲，像我通常会觉得说可以，你就可以说你口气可以不要那么差吗？这样子类似，你就可以这样回应，你说爸爸我不喜欢你这样说话之类的，等等等之类的。我不喜欢啊，我觉得很难过的，对，可以这样说。假如说我现在觉得你们可能说话不好听什么的，我也会想跟他们说，你们可以不要这样说话吗？我心里会很难过什么的。我觉得感受要说给人听，不然
没有人了解你，你不要自己生闷气，这样就是生闷气，身边的人反而会更心疼你哦，天天宝贝。像你之前，哎，是你吗？我记得是你，你有跟我说你哭也都躲起来哭，是你吗？还是谁？反正我想说的是，这个举动没有不好，我知道你也不想麻烦身边的人，也不想让大家看到你软弱的一面，但是你如果能让爱你跟了解你的人知道的话，就是也可以跟他分享你的心情，你不开心的地方什么 blah blah blah， 我觉得这样子也比较好，这样子你的情绪才不会一直闷在那里，然后陪着你的人也不会感到难，觉得你摸不透猜不透，还一直想这样散发正能量。没有，其实是真的是一个做人跟人的互相啦。因为我其实说真的，我平时在一个人做事的时候，我也不喜欢人家烦我，像我有时候也会口气差，有的时候可能我态度也不是这么好，但我会选择性先道歉啊，事后道歉。假如说我对我的家人口气不是这么好的时候，我觉得到了一段时间我还是会道歉，我觉得这样很不对啊，就是但是还是会生气，我也是会生气啊。我虽然说有时候不一定很好跟对方讲，所以就是你自己要拿捏啊，我觉得就是在成长。而且我也不会告诉你说不要停止难过，不要这样的，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情绪的抒发，不要去停止它，不要去瞒着它，你不要去把这些情绪好像是不当一回事，这也是你的身体，如果你闷出病什么那还蛮难过的。我觉得我自己在学习说接受大家的关心，然后接受大家的因为我真的是没办法不喜欢人家关心我，我觉得我自己就可以啦，或者我不想让你担心这样，可是其实这都是需要，而且你去接受反而你做什么事会更有力量。鼓励吧，鼓励是一个很棒的事情。虽然有时候关心是非常的有压力，有的时候会感到压力，但我就对我喜欢你终于讲出来的舒畅，我当然也喜欢你们了，我什么时候不喜欢你们呢？只是没有常常挂在嘴边啊。喜欢给很多个，爱只能一个，哎，不可能吧？见过爱，爱就是要留给未来的。我不知道，反正我觉得喜欢可以很多个，因为喜欢嘛，欣赏嘛。感谢阿丽的心灵鸡汤，这不是心灵鸡汤，这个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这样。那我爱你，喂，这我常常听你讲哎，陈家树，但我不做回应。目前我现在不能谈恋爱，禁爱令的部分。而且我深刻体会到一件事情过，那个有让我蛮沉淀一段时间的。我爱你，爱你给够。就跟你说我禁爱令了没？想怎样？云汉，没事，我爱你啊。反正我爱你，没有对其他人说过，你没有对妈妈说过，你没有对你曾经的女朋友说过。让我单方面喜欢你，我也喜欢你们。不要说你们好像单恋一样，你们喜欢我，我也会说我喜欢你的，因为喜欢可以很多个。一凡，谢谢你的啵啵啵。就像我也喜欢这个姐姐，我喜欢这个哥哥，我喜欢什么？不然可以讲很多。那两类人不帅，什么那两类人是什么？我跟你们说，就是我有经历过一段，就是我觉得，因为不管是朋友之间，还是家人之间，还是，反正就是彼此的去照顾彼此，彼此照顾鼓励彼此的这种心态，我觉得是很好的。但当可能，
要说什么嘞？突然忘记，我突然卡，脑袋卡住。因为我现在在听这首歌，然后它叫做《你不属于我》，是那个周兴哲在那个《比悲伤更悲伤》影集里面的那个 OST， 就是他们的那个主题曲，不是主题曲啊，就是配，反正就是音歌。然后听到我就觉得好感人哦。没有在看那个 MV， 我对李妮也没想过我爱你，那你对你妈说过吗？那你有对？好啦，还要问到底，到底多生气？没有啦。可以啊，都可以啊，爱你，反正你要说这种话就要对自己负责任嘛，对吧？至少说我今天说什么话你要对这个负责任，负责任才是对的。我看得出来你很负责任，家树，我妈一定有啊，好棒欸，孝子，家树好棒。好吧，我真的非常蛮喜欢那种很孝顺的人啦，对，因为孝顺嘛，毕竟爸妈真的是很伟大的一个。因为我前阵子啊，我朋友最近怀孕没，然后我就看他会 po 一些现实动态，什么他水肿啊、妊娠纹啊什么，然后我就觉得哇，妈妈真的很辛苦哎，就是为了这十个月，他能就是做，对，你看他生下小孩就是要负责任嘛，所以其实那些辛苦他们都会觉得值得，所以我在看我就觉得好辛苦啊，每天你要腰酸背痛，你每天要一直吐，然后你心里真的是大转变呢，要成为一个妈妈什么的，不简单呢。YOO， 谢谢你的爆炸。然后我就是因为我最近都会，不管是来自于朋友或者家人之间的聊天呐、然后最近也刚好也在跟就是。公司的朋友们就是聊天，这样可能会说到工作上啊什么什么，然后其实真的在做什么事情的人都是不容易，我想说的是真的不容易，所以母亲节比父亲节更重要多了，没有也不是这样讲啊，都重要啦，其实就像冬至节也是蛮重要的、因为要吃那个汤圆，然后清明节也蛮重要，要去扫墓啊。对我来说，什么节日都是很重要的。没事找事用什么节日，其实每天都很重要，懂吗？手机有点没电。坚果欢迎，切欢迎。因为要吃汤圆笑死，当然啦、欸、我跟你讲、欸、我跟你们说，我今天吃汤圆是我破例了，知道吗？因为我真的阿丽的生日也，你们的生日也很重要啊。好，我想说的是，我昨天因为我在减肥嘛，不是说我在减肥在戒糖嘛，但是真的为了冬至，你不 平常不吃没关系，但冬至一定要吃啊，所以我昨天就吃了四颗。我跟我妈妈每天都是冬至，所以你们看妈妈每天在吃汤圆。明年阿丽生日 T 买起来，一起买买买买买。明年要想要用什么？哎，因为刚好明年嘛，可以顺便宣传那个电影，搞不好明年电影就上，然后就明年那个什么 T 恤就直接打那个电影名称上去，或者是放一些宣传照在上面。如果明年要宣传的话，可以在生日前的话，那我就把那个什么。还用他们家宣传照放上去，好像最简单了。减肥永远是明天的事了，没有啦，就是我是在戒甜的，我不想一直吃甜的，因为我真的太爱吃甜的，我可以宁愿一天不吃饭只吃甜的，但不可以这样，是吧？哎，我的漫画更新了，在看漫画，像我刚刚晚上吃蛋跟地瓜，还有一片吐司，直接用照片像莉莉前辈。哎，那个其实是一个纪念价值哎，可以改成阿丽他们家。哎，你知道玉人？我跟你讲，我跟你分享，我跟朋友真的很好笑。他就是说，哎，你去拍那什么电影？然后他嘴巴真的是很，就是很坏。就我上次跟你们说的那嘴巴比较坏的朋友，他是开玩笑的，他就说什么，阿丽你拍那什么电影？阿丽的窝，然后我就说不是啦，我说还用他们家，他就说。啊就直接啊说你不是女主角吗啊就直接改阿丽的窝了，然后我就大笑，我真的笑到不行，我想说我朋友真的很有趣，然后我就说那我下次跟看我下次当导演，然后我下次我也来当个编剧，然后名称就是阿丽的窝，但是阿丽
卫生贴，它不是就电影宣传贴？开玩笑，我还是会加小布布在里面，好吗？乱讲，明明是阿哈用的我，因为他就说什么，因为他以为说只有我一个主演，所以他就说那你不是什么，他说哎呦你很厉害哦，你在自以为是，他就是开玩笑，他真的是开玩笑，他就说自以为是哦，担任女主角哦，那你明天为什么不跟导演讨论说你叫阿丽的我？然后我就说话不是这样讲，我说会有这个电影名称，其实就是在说一个家庭，不可能把我放走。独角戏，明年阿丽三天可以写阿丽的我，好像可以，然后设计一个 logo 这样。阿丽的我，我们现在在看，你们应该是每天都在看阿丽的我，又是那个阿杜旁对，他真的很好笑。每次我跟他出去玩，我都会觉得很好笑，因为他讲的话看似不正经，但是他有想过，他脑袋有在转。因为你真的，如果你这样讲。哎，真的，如果林婷丽她，你们只认识我不认识其他人的话，你就想说，哎，那你的电影名称叫韩用他们家，那可是你是女主角，为什么你跟这个电影一点名称？她说，那你可以改名叫韩用阿丽的家，阿丽的家，阿丽的他们的家之类的，阿丽的锅谁来背？你们来背，小布布来背，阿丽的窝正在热映中，阿丽的窝旁边画一个小布布，可以，我觉得可以，盖瑞克欢迎，可以，可以。给过给过，好好笑啊！每天都被以为笑到不行。阿丽的阿公他们家，阿丽的爱我们来爱，哎呦，好像不错哦。这个电影名称，晚上好啊，盖瑞来了，欢迎。阿丽的爱我们来爱，阿丽的爱你们来承担，哎。连你的名字不是叫海用成双小姐，对，哎，我电影名称的名字叫成双，但是在里面我的泰雅族名字其实是叫阿丽，所以很少出现成双这两个字。我也是，其实快要电影拍完才知道，啊，我叫成双哦，因为大家都叫我阿丽，阿丽阿丽阿丽，因为泰雅族名字就阿丽阿丽阿丽的叫。雪代包欢迎。阿丽的孩子我们来养，喂，不可能不可能，那就是木木了。艾琳欢迎，那可能负担挺大的，因为你要养我们家的小孩，那应该阿丽也要养，本人亲自也要养，毕竟对我也是比较辛苦的那一个。阿丽想说成双，谁？对啊，我想说谁在叫我谁，然后导演就说你叫成双啊，啊什么，那所以我的另外一半在成对吗？剧本没有写成双，没有，剧本都写阿丽阿丽，而且对啊，泰雅族名字叫阿丽啊，所以没有。但是其实我跟大家分享，就是其实导演本来想要的名称，就是在里面，就是在这个剧里面的我的这个角色的泰雅族名字应该叫撒韵，可是呢，因为导演他很在意演员们叫名字，因为想说会不会你没办法融合这个角色，那然后他就问我说，你觉得撒韵还是阿丽哪个，你觉得你的家人叫你会比较顺，那当然他说阿丽啊，然后他就说好，那就阿丽。厉害吧，叫陈家说没有叫陈队，不好意思叫陈队，所以小薰就叫陈队，没有，小薰又不是我的另外一半，小薰姐就是也是家里的人。风仔谢谢你，欢迎阿木儿，欢迎。撒韵是什么意思？就是一个名称了，就是在说撒韵是有个故事的，它是一个以前在原泰雅族里面的部落里面有一个部落，她是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她叫撒韵。好像是大家都很羡慕的女孩，就是漂亮女，反正就是漂亮的女生呢、啊。这样，然后反正讲到撒韵，就会想到师生恋，对，因为她长得漂亮，所以老师喜欢她。这样，嗯，这是一个很悲伤的故事。我跟你讲哦，你们去查嘛，泰雅族撒韵什么意思？是一个很悲伤的故事，是真的很悲伤。你们可以去查一下。取名字也是艺术呢，没错。明明欢迎，人跟欢迎。哈喽星期三孩子欢迎。
散运，对 ，SAYUN， 没错，散运。哎呦，一凡你会拼呢，你是打样哈？开始很像同乡在聊天。Hello， 自强，欢迎，晚上好。你绝对是同乡，不然你怎么会拼得出罗马拼？你们去找泰雅族 SAYUN 故事，他是在说，他是在说 ，OK， 哎、欸，你觉得我要不要现在查给你们看？不要好了，你们自己去查。反正有很多故事啊，你就讲到傻运，其实很多故事就是很多。回来了 ，Hello Joey， 李真欢迎。突然觉得头皮很痒，是不是没有洗干净？我正想说，我查到很多故事，对啊，它是很多故事，但是其实最让人深刻的，其实就是那个师生恋，那个应该是被祖祖传染，传染什么？阿里有听过汪汪对你的评语吗？没有，我想听。国中暗恋的女生是泰雅族，然后就跟她一起报原名社校。哦，你说你呀、啊？她是泰雅族的，那一定很漂亮。谢谢你的星座浪报。哎，在座的人有跟原住民在一起过吗？就不管是男还是女，我好想知道哦。啊，那说家书应该就没有，因为家书香港人有，所以一凡是之前有跟哦，之前是暗恋哦，暗恋泰雅族女生。汪汪说你刚入团很文静，然后说祖祖走近之后就变成祖祖的形状崩坏。其实本来的我就是本来就是这样，在家里的我是这样，只是刚开始进来我真的我想说啊，这个团体是。就是是不是要可爱，是不是要安静一点，是不是要怎样睡觉，所以其实特别安静，就是没办法说太，不敢说太多话这样。将来会，你说木木啊，木木说了应该也是泰雅族。我有喜欢一位泰阿美族的女生，真的哦，阿美族女生也很漂亮哦，而且阿美族女生很有魅力，去桥族就被汪汪形状，那更可怕，变太多了啦。那才是真正我，你们不是就想看到真正的我吗？你们才想真正了解我啊！但我是会害羞的人，刚开始认识我的人就会觉得，就是说真的觉得我蛮文静，因为我真的，可是我能静是静哦，我真的会静下来是真的，就是又不一样的人。我刷子做美，就是人，我很变很快，我可以一秒很安静，但我可以一秒疯了跟疯子一样。真的那时候看到他眼睛都亮了 ，Oh my god！ 哇，这好像有泰雅族的血统，哎、欸，她是我女儿，她有哎、欸。刚开始总是要保持形象，其实我不是在保持形象，我其实是在不知道在害羞什么，我没有，真的是害羞，我真的非常害羞。对，搞不好说不定跟汪汪在一起，我的歌唱实力是提升了。汪汪这么会唱歌，好的会影响好的吗？我希望我也可以被影响。张默去哪里？哎喂，不可能，不行不行。小薇薇欢迎。所以那你有没有告白啊？痴心绝对，你有没有跟这个阿美族？不过我现在喜欢泰雅族女生。哦，哎，我跟你讲，我现在才发现，哎，还蛮多泰雅族的女艺人呢，因为那个啊，针织桥就是。然后温岚，然后小薰姐嘛，小薰姐是，然后还有谁？反正很多泰雅族明星，我蛮发现蛮多的，可能哦，可能就不会破音了。对，哎，不是这样子的，陈家树，回回嘎比欢迎阿北欢迎，有啊，结果我们没有在一起。那他也喜欢你吗？你是哎，通常男生都怎么告白？我好想知道在座的人都怎么告白。你们是那种直接型的吗？你们是直接说我喜欢你，可以跟我在一起吗？这样吗？还是你们会有一个很浪漫的什么，就是可能告白的一个场地啊，设计计划好之类的？还是你们是
写信啊，还是你们是，我好想知道，谁可以跟我分享？好好想听到。有啊，结果我们他最后结婚了，所以那时候你刚告白，他其实就有，他就有另外一半了，是吗？是这个意思吗？我那个年代是写情书。哎，我想知道你们做过最浪漫的事情是什么。我们在军中认识的。军中啊，他是当兵的，哇，好酷哎。都直球对决，就直话直说的那种，直话直说，哎，我喜欢你这样，笑笑话。因为其实我其实对那种直话直说的男生也是觉得蛮不错，我就是觉得有话直说，我的告白有用吗？我就跟你说我经验力了，你个闭嘴。现在的任何就算再帅的男生哈，我现在这算哈，我最喜欢的彭于晏跟我告白，我也没办法答应啊，我敬爱丽呢。叶凡，谢谢你的啵啵啵，都直接切入然后失败，所以你们是不是害羞型的？所以你们是那种会直话说，哎，我喜欢你，我不会拐弯抹角的人。Sally 欢迎你。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和我吗？那可能你会先老，哎，我毕竟我相信我是最年轻，我是开玩笑，哎，我现在纯属开玩笑，你们不要走心，对不起。好，哎，我觉得这句话蛮有浪漫的。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OK， 可以。好，你先变老，硬要强调我很年轻的。没事，解约我们再。姐妹要罚很多钱呢，笑笑的确有点老，哭了，我已经领先你一轮了。哎呦，怎么那么可爱了？要被截成一片，姐啊，我觉得蛮好笑的。幸好我比阿丽年轻，可以看你变老。哎，这也可以，可以，可以。如果我是你朋友真的来，我就管他的嘞。没有，没有。我还是有，哎，我以前是很遵守校规的人。校规说白色袜子一定要拉到很高，我就只能穿白色袜子。校规说不能改裤子，我没有在改裤子的。校规说不能夹脑，哎，我都是有做到的耶，我的心好痛。好了，没事，笑笑，我给你一个嘟嘴。打枪很毒舌，我也是开玩笑。哎，你们不能总是在阿丽台得到一些心灵鸡汤嘛，你们偶尔也要看到阿丽很喜欢开玩笑，平时我也是很喜欢开玩笑的，就是我对我朋友聊天，我也是很喜欢很爱闹他们，就是不是真，有时候也是要放松的聊天呢，这才是朋友好吗？半人生中一直都是温柔派的阿丽，那不是，没有人一直每天都笑笑啊，你很好，你很棒，没有的啦，就是真的是，每个人都有情绪的。我看过阿丽以前染发样子很可爱，但是我毕业，我先说那是我毕业才染的发，我跟他现在没有联络了。你是说那个阿美族的吗？对啊，毕竟人家结婚了。中影欢迎回回。谁跟你鸡汤啦？因为你们都很喜欢听阿丽讲心灵鸡汤，不是吗？就是阿丽很常有时候会突然心汤，阿丽还自己称自己是阿丽，这样好像是还有联络，你还有联络哦，还有在跟他联络，不是没哦，你还要在跟他联络哦，那很好啊，成为朋友是很好的，没有不好啊，也没有要干嘛，对吧？是吧？不管阿丽怎么对我，还是依然爱你。先不要。哎，你们不要把我拉回那个事实现况好吗？拜托，你们那个字眼要收。好，没事，柠檬欢迎，可能是我自己想到那边，没事，当我没说。回回你笑屁。哎，我真的觉得你们越来越像我朋友，因为我跟我朋友聊天就是这样啊，就是很会这样子好好的聊。你们不要，你们不要这样，等一下给我剪接。我就熟辣后面直接没联络，我不爱你。我喜欢这首歌，哎，先不要，以后交女朋友找阿丽一起推，找女友一起推阿丽，很好，可以，我觉得这很棒，这真的很棒，这是好的选择，我会很支持你们做这件事情，因为我会跟你们女友说，真的，说，可能说，吃俊绝对真是一个好男生之类的。
就说我有跟他聊过天，因为我们在直播常聊天，然后我觉得他怎样怎样怎样，不不不不，然后这女友从此就很爱你，懂吗？然后自从女友就不来找我，我有点难过，就变女友来追我，因为他想听探听你的事。你推阿丽吗？你是说这样的推吗？就真的就是，你走开啦这样。威廉欢迎。然后阿丽是我们的媒婆，可以可以，我可以做这个角色，我觉得 OK。物理推，什么东西成家书？推他下去，推他去哪？你不要这么坏心，成家。推我去哪？你们想把我推去哪？舞台上推下来吗？我会先跌倒送你。别做这种危险的事。真的想推我，那请你们真的是，可能，轻轻碰一下好不好？不要从真的从舞台上推，晒太阳吧。阿丽是不会坐在轮椅的那一刻，你们不要想着阿丽会坐在轮椅上被你们推去太。Hello， 玄阳、玄米，你们在讲什么？离题了，离题了。好，我们聊点别的。不是这个推，是真的要推阿丽啦。阿丽最近真的是吼，没有没有，老了我会推你出去的。推下巴林大桥，高空弹跳。你是巴林人吗？怎么觉得你好像是原住民的样子？而且他这个桥下真的有高空弹跳。Miso 欢迎阿丽推进买起来，没错，就是这个推，而不是推下去的推，好吗？一百米嫂推推米嫂，好久不见呢，最近好吗？阿丽跨年有要做什么吗？应该在家啊。我昨天跟我姐就在聊，我姐就问我说：“你跨年要干嘛？”我说：“可能在家里吧，没有练习的话就在家里睡觉，没有，因为我其实不会去，我真的不会去外面呢，我真的应该说跨年夜。”我从来没有出去过，我没有就是跟看烟火什么，但我就是好像有去山上放烟火，就这样。我可能会在家里睡觉。31好播吗？先我想想看，如果那时候没有练习的话，我应该就会播吧。一天到晚往复兴乡跑，你哦？为什么你会往复兴？没有很久吧？好啦，对啦，没有很久。那还要推跟我聊天啊，不要走。小强欢迎。那你们跨年要干嘛？来，在场的人跟我说一下。跨年应该待在家多舒适。对，阿北跟我一样，我也是想。但如果真的有朋友约我，还是会出去啦，毕竟朋友之间还是要有一点互动，不要每次他们约我都说不要，那这样显得我很难相处，是吧？对吧？对吧？还是要约吧，还是。挂听欢迎，先欢迎 YC， 欢迎店长，欢迎。礼拜五你要去教会？对，加速你怎么那么了解我？台七线骑车很赞，我也是很喜欢环岛走那个台七线。之前啦，写个年然后跨过去是吗 ？Miso， 你这个有一点那个哦，有年代感。YC 是你的星座号吧 ？CJ 隐藏欢迎。我真的没机会了，是不是？搞不好有机会啊 ，Kevin 欢迎，因为他是加速楼。好啦，这个我也想想看好不好？31号直播这件事情，不然我可以11点开播之类的，跟大家度过最后一个小时之类的。加速好厉害，都知道，他好像是那个什么跟踪器什么的。还是我记得我之前有分享过那个啦，我礼拜五然后去聚会，然后分现实动态，对吧？是不是在我的 IG， 我的聆听的 IG？ 不可能，阿公的部分，都是你，我觉得我可以叫你阿公的部分 ，KNT 欢迎 ，CHIH 欢迎，你们要知道自始至终我没有念过这两个字吗？直播间我没有说什么。公这件事情，我都是阿公，直播有讲过啊，有吗？我直播有讲过，对，我直播有讲过，礼拜五要聚会，对对对，不愧是加速，
有在记你们该打屁股了，过来过来，跨年倒数同时也是关播倒数，哎，好像不错哎。还是刚说，哎呀，跨年了，然后剩下最后，哎，我剩下最后十秒就要关播，结果是刚好剩下十秒到十二点，十九八七六，我说好再见，就要关掉，然后留你们自己啊，就这样吗？可以分开老和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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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阿公，你是阿公，跨年倒数同时也是关播倒数吗？对，我刚刚讲过这个留言，我在干嘛 ？YAO 欢迎。好了，说真的啊，你们都是在家里跨年的吗？家树是真爱，所以你们不，所以我是真假爱喽。我也是对你们真爱好吗？可能会延迟哦，这么刚好很厉害，应该是12:59关播。可以，我觉得这不错，这好提议。那我就好，我就那一天直播，然后12:59关播，应该是我是11:59关播，一个小时。好啦，我12:59，如果真的要直播的话，我会12:59关播，好吗？好不好？我们听 Miso 手的提议，如果真的要开播的话，你想无说是 IKEA 的蜡烛，也没人记得啊。所以你有买吗 ？IKEA， 你看我现在还在点，这是我的 IKEA。啊、哦，好香！被那个香，今天忘记说这个造型，阿里好正，谢谢笑笑。原来是我讲错，没有没有没有，12:59，你啊你要讲11:59吗？是吗？还是什么 ？IKEA 离我家很远，你可以上网订啊，上网订，我都上网订，因为我也是离我家很远。安切克，谢谢你的啵啵啵。我真的希望有一天我是住在 IKEA 旁边，我真的是希望，真的是拜托有一天我可以住在 IKEA 的附近，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去 IKEA 买东西，我家里很多东西几乎都是 IKEA 的。一凡是你的被啵啵啵，我本来想说11:59，原来是你打错，可是你打错却引起很棒的，因为12:59对你们来说比较好，因为可以跟我一起跨年。那里现在超贵，你说清，对啊，可是我台北啊，可以台北啊，台北也有啊，在南京三民那边啊之类的，哎，不是，是什么，松山小巨蛋那里，住在 AK 就好了，不可能，不可能，他们被赶走，不要 AK 桃园游，不过青浦有点远，真的，哎，青浦那里的房子很贵，先这样说 ，Miso 欢迎，啊，不错不错，对，不错不错，你很棒 ，Miso， 好啦，跨年。我会想想这个提议好吗？如果我是真的很注重睡眠的，我最近很注重睡眠。我虽然是可以晚睡晚起，晚睡早起的人，我之前是可以不用睡觉，但我觉得最近需要睡眠。我最近真的有好好睡觉，因为我觉得有睡觉才会早上起来才会脑袋才会转，你反而太晚睡脑袋才不会转。讲的你现在住的不贵，我这边真的不贵耶，我这边真的还而且很偏僻，就是那种什么东西都没有，还要骑车的，所以比较便宜一点。晚睡晚起，晚睡早起。大压力，我跨年要听陈升演唱会，如果真的要开，我含泪说拜拜。没事的，没关系的，小小。我啊，还是啊，我知道了，我跨年没演出。很好，那我就在这里开演唱会，从11:00唱到12:00，都是我的时间。12:00最后一起倒数，哎呀，好像不错哎，自己开自己的演唱会，怎么讲着有点心酸。陈振宇欢迎，早睡早起，早上6:00睡，11:00起床。阿丽个人公演可以哦，我觉得不错哎。以前在青浦工作过，所以你住在青浦、哦、附近吗？12:59已经跨过去了吧，就是可以跟你们分享啊、哦，我跨年的心得，或者是哦，迎接来明年我的计划是什么，可以跟大家分享什么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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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类的。有烟花吗？那可能是需要你们送礼这件事情，就可能我在唱歌要最后一秒的时候，希望真的有人送我烟火之类的，这是一个礼物。没有啦，哎，真不可能。好了，没有了，看你们的心。店长也先，阿丽有没有要开是一个重点。谢谢你的掌声鼓励。
人好哇，谢谢你的爱心。我住在桃园哦，真的哦，搞不好我们住很近哦，没有来开玩笑，乱讲乱讲，搞不好住隔壁哦，交给你了，小小是交给你了吧，陈家树火箭的部分，浪客欢迎。可惜周六要上班，不能去阳光剧场。嗯，哎，那是三十几个人呢，你为什么不能来？我还为了这个剧场减了肥，虽然不知道有没有减肥成功。怎么送啦？就是那个、啊、楼下面有个礼物啊，礼物盒这样，那边有烟火，我记得。好了，看一下，就按就好了。阿丽现在会要礼物咯，是不是很缺钱最近？不要吓我，还这样会出镜。我没有吓你，我是说搞不好有这个可能。谢谢家树的火箭，余额不足，余额不足可以，你们可以问家树怎么出资。开始，零听力开始，火箭的钱换成摊位给木木买罐，对，给木木买一下饲料好吗？开玩笑了，我是都开玩笑的。谢谢的粉星星呢，对啊，他今天一直送我星星，痴心绝对的那个翔哎。好了，不要出资啊，看笑了，看你们的心意喽。我觉得文字的撒花或是烟火，我也觉得很棒。我没钱，好，加速，一凡，谢谢你的啵啵啵。我可以喝个水，我先喉咙休息一下。人好，谢谢你的猫咪，好可爱的猫咪啊！在昨天跟阿丽结婚，哪个阿丽？这世界蛮多阿丽的。七七也是桃园人，还好遇不到他。啊，应该是希望可以遇到他吧，不然我就会躲他。为什么要躲他？遇到是件好事啊，还可以看看他。跟他打个招呼，就这样啊。就像如果我看到我的偶像，我也会就是嗨，这样很开心，打个招呼，诶，这样。梦辰欢迎，还有谁？什么还有谁 ？YC 欢迎 ，RRE 欢迎。梦辰戳了我一下，戳一下。我怕被七七出镜，不会啦，你不要去伤害人家，他怎么会给你出镜？想遇到阿丽，好，快点来遇到阿丽。哎，但我真的，你家丽吗？不是，这样三个月不能看到阿丽，我会哭。我不会给你出镜，不是，没有人会给你。我跟你讲，我之前也有遇过粉丝，但我是，哎，我那时候在南山好像有遇过一个女生，但她应该不是 TP 的粉，然后但是她是，她说她知道我。然后他就很开心跟我打招呼，我就说嗨，很尽情啊，因为那时候很部落的样子嘛，还大素颜这样，因为我在戏里面真的是没什么在化妆的这样，然后我还这样嗨，然后他就会觉得哎有点，他就想跟我合照，然后就说我可能没办法，但我就说那我很开心看到你啊这样，哎那跟他简单聊一下，那么就离开了这样，不要乱来就好，打招呼是可以的，对，没错没错。我一定躲你，不要躲，我可以真的，我会这样。但是他好像不是 TP 粉哎、欸，家属，他不是，他只是知道我这个人。浪客欢迎，笑死会不会很尖尖？因为那时候他遇到小薰，他也有跟他拍，他也说他喜欢小薰啊，他应该说每个人他都喜欢。白尖风欢迎。而且那个女生感觉，我看从此也没再看到她再出现在 TP 的，她是有可能有追踪我的 IG， 但是她不是 TP 的，她也不会来看我的表演，她只是刚好那一天，就是可能跟她爸爸妈妈去山上玩，然后就看到了这样。好的，以后在桃园遇到阿丽就跟她打招呼，我就这样，哼哼，我只喜欢阿丽，我不是喜欢团，我是喜欢阿丽，不可能吧你们。还是要喜欢团才会喜欢阿丽，柠檬欢迎，白尖风欢迎，晚上好。你就会看到更多美女，你喜欢团，你就会看更多，喜欢看，就会看到更多美女这样。
多么的幸福的一件事。回回我哦，你也喜欢阿丽，谢谢你们喜欢我，我也喜欢你们呢。是这样吗？是，被子欢迎。对啊，你不知道这个团，你怎么会看到我？然后挂的马甲是，哎，不可能，陈家树，你不要这样子，陈家树，你不要这样子哦。人家就喜欢我，我可以，我跟你们说，哎，我刚刚跟你们讲阿丽的名言，喜欢可以很多个，但爱只能一个哦，也是哈、哦。爱喜欢可以 TVB 美丽挺多，很好，没错。大力说我就是一直送一份星星的感觉，你就是星星男男，你就是星星男，星星男。其实前面很美，要喜欢，要喜欢，绝对。店长欢迎，笑死。Passport 欢迎。是日名言，日名言，对，日名言就今日有证。喜欢可以很多个，但爱只能一个哦。星星男 Starman， 那就叫你 Starman。我像在骂人，等一下。Damn， 我说不是，没有，没有说。哦，真的觉得长，头发变很长，而且之前他们帮我打层次，你看层次，层次的部分，哎，这边，你看，哎，但我头发真的变好长，好开心呢、哦。哦，阿丽变得很长发，阿丽要继续留长。我想要赶快让你们看到阿丽的长发，就可以飘飘啊！我脖子疼。今天的网络很顺哦。对呀、啊，今天网络给脸了，太棒了，真的是。希望阿丽长头发，好，阿丽会尽量啊不是，阿丽会赶快的留长。那我等下上网搜寻说哪一个洗发精会头发快长，就可以甩头发了。对，像刚刚那样甩头发有点痛，对，脖子刚刚咔一伸，所以是有那么一点点疼痛，但我现在转回来了。哪有现在才顺的？哪有？刚刚就一下下而已好吗？一下下没有吃，我们不要再讲网络，他等一下又给我那个了耶。虽然我也是长发控，但我喜欢短发的阿丽。真的吗？谢谢笑笑。我真的觉得我短发，其实我也是蛮喜欢自己短发的，但是真的因为你们喜欢长发，我太常听到你们啊喜欢阿丽长发，那我觉得我也喜欢长发，所以我就想赶快留长。而且我之前有想过要不要去接发，但它真的太贵。阿丽拍电影我看到了，挺 OK。啊！你为什么看过？骗人！你没看过吧？白问风，你看过我的电影？我看了挺 OK。不可能呢、啊！阿君欢迎，但你短发真的好，谢谢笑笑。我喜欢光头，好哦，好哎、欸！你喜欢看到新闻？看新闻？新闻哪里有林婷丽？不可能有林婷丽的片段吧？没有啊 ，Kevin 欢迎。哦，你是说你看新闻？哦，你是说你看新闻哦？哦，我也说你已经，哦，我以为你是说你已经看到林婷丽的电影的内容。我以为想说，嗯，不是还没上映吗？怎么会看到这样？啊、哦，我错了，我说是哦，那新闻了哦，谢谢你，白尖峰，我懂的意思了，我真的懂了。有照片。我还以为电影上映，明年啦，明年，可能明年你还要再等个很久吧。现在查林婷丽点新闻还是一样，好，这不重要，重要是出来了之后阿丽的，可能他就是剪片的那位。朱丽恩欢迎，不会啦，因为我们看起来是，对啊，对。没关系，我们就一起慢慢等好吗？
很快啦，明年很快，其实很多事情都是很快。可我也觉得我刚进来 TP 啊，结果没想到我已经进来两年了。他说也太快了吧，也太有时间有过那么快吗？不可能这样，我还怀疑自己说不可能呢，两年就这样过去了。林婷婷现在在干嘛？这样，谢谢朱莲的铃铛，笑笑回应。电影应该是在等你来，我觉得很好啊，他在等你来。时间就真的过得很快，我真的没有在开玩笑。我心想说，有时候会想说，为什么时间可以过这么快？两年的我还是不能来。哎，说真的，搞不好就是电影上你是真的会来的人吗？就是真的没有看过我的人，这在香港的朋友们。我们现在在看的是木木他们家，是阿丽他们家。然后结果明年就没有上这样，傻眼，大家在等后年，你就永远都不要来，哎，开玩笑的，假设吗？那你可以带你妈妈一起来吧，买机票不贵，哎，对了，很近啊，时间都是不知不觉的过去，真的。你会带妈妈来吗？你不可能把妈妈一个人留在家吧？这样不孝子。才20张，居然不贵。我一定会买票去电影院看，这是一定要的。我自己搞，我真的，我现在最近很喜欢看哦，就是因为现在不是电影吗？不是都会看什么？就是电影上映，然后大家不是就电影结尾，就是可能真的会主演出现。啊，我真希望我有一天可以这样子跟大家见面，就是希望说可以牵着我的阿公哈用跟我的阿嬷雅梦一起出场。阿丽今天看到10:30左右，好，今天到十点半，想再跟大家多聊一下，有签证就去看看。对，一定要有一个这样感觉很棒，对啊，而且还可以跟大家聊天，跟大家分享。你想见岳母？没有，不是跟你说，我是说你不带你妈，那你真的是不孝子。阿哲回应，那阿丽娜应该是电影首映会，没有啊？为什么？哦，对对对，首映会，对对对，灰灰欢迎。但说真的，就是为了一个。就是你喜欢的偶像，然后去飞这样，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件很伟大的事。因为通常，因为我虽然好嘴巴说哦，我很喜欢啊，假如说我喜欢朴信惠的，但我不可能会飞去韩国看他的人，我不是这样追星的。陈嘉诚，你先，我觉得你不要在你的世界里活得太久，首映会才会有全员一起出席。对对对，就是这种，我好期待这种啊，跟大家相见，我觉得好开心，还可以看到你们呢。如果你没有去，我就觉得更开心。心若平，琴弦的烽烟，到时候上一首电影原唱就对了吧？你们一定要来哦，好，你们一定要来哦！我现在跟大家，你们一定要来，绝对首映会。如果阿丽会出席，你们一定要来吧，一定要。谢谢烽烟啊！差点火烧到我的衣服，哎，天哪！先把这放。这边的人应该会去看你们的前辈，看你们的前辈吧？是有啊，但我也蛮想飞去日本看看那个公演，我回去必须的。谢谢你们。你点蜡烛，对啊 ，IKEA 的。记得要去买啊，是什么味道？看，它像是桃子味的。然后跟大家分享我最近最喜欢用的护手霜，有一个已经见底了，然后一个是我最近新买的，它是在INNISFREE 的一个牌子，韩国的美妆牌。然后我喜欢两个味道，一个是跟大家分享，如果你们真的想要你们的味道跟我一样的话，跟我同款的话，我可以推荐给你们，是这个牌。INNISFREE 这个牌子 OK， 大家可以去看。然后我之前这个是婚礼的花束，它的味道是有一点，这个是我见底的，它的味道是有一点
就是花果香，因为我通常不喜欢什么真的是很香很香的香，我喜欢花果香的味道。好熟悉的牌子，对，就是现在你其实去西门町走一走都看得到这个牌子。然后另我现在最近买的是粉红珊瑚，然后这个味道也是那种花果香的味道，它有个花香，韩牌的，对，韩牌的，大家可以去买。然后是这样的包装，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包装，这个它是粉红色，大家可以截图。然后这是我最近在用的，所以我几乎每天都带在身体，必须带着。然后之前是带是这个绿色的牌子，绿色牌子是因为我那一天去买的时候没有这个缺货，然后我就想说，哎，这蛮好闻的，我就买了这个。所以现在护手霜的最爱的牌子是这个，还有之前有喜欢一个那个屈臣卖的洋甘菊的味道，那个是什么颜色我忘记，但是我现在都没看到它有出。但是我最近第二个牌子就是喜欢用这个，然后再来就是最简单的就是凡士林摸手。对，你知道这牌子，对，你可以去买润儿哦，允儿代言过，这应该很多很多韩星都有代言的吧？明天买，好，去买，真的很香哎！就我现在每次都觉得哦，好香哦，好像觉得都是我这个味道，他都喜欢抹这里，因为我觉得女生就是要有一个味道，一个味道可以就是让人记住啊，对啊。我是喜欢，因为有的时候你会认味道去知道哦，这个人是谁，这样你会想起某段时间你用过什么香水的牌子，然后你就会变那个东西，它就变成了一个回忆。你只要闻到这个味道，你就想起这个回忆。我是很常这样的，就是我是一个很喜欢买小香水跟护手霜的人，因为我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会用味道去熟悉这个回忆，这个味道就是当时哦，我刚刚说我屈臣氏买的那个洋甘菊的护手霜，是我那时候在南山部落，我用这个跟那个洋甘菊的那个，我那时候真的对这两个味道会很有记忆点，所以每次在涂这个的时候，我都会想起南山部落，所以对，我会把包装留着。像我的护手霜，我通常都会留着，但我现在不知道它被放去哪。姐姐收起来吗？反正我有一罐是收着我的护手霜，那是我最喜欢用的味道，我都会把它集结在一起，就是如果有看到我就会买，这样闻不到啊就去买，就是你们就知道。那阿丽喜欢花果香的味道，就花果香啊，下次公演抢到第一排我一定大口吸，应该吸不到吧。这牌子是 INNISFREE， 是那个它是用名称，它不是什么味道，它是一个是粉红珊瑚，一个是婚礼的花束，大家可以看他们的包装，你只要去看，然后你去问店员说我要护手霜，你只要看到这两个图就买，就是这两个味道，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就这两个味道，把它截图起来记起来，这个图案一个是绿色，一个是粉色，粉色是粉红珊瑚，一个是婚礼的花束，这样。然后当我在直播的时候，我在擦的时候，如果你们有买的话，你们一起擦，你们就会感受到哦，原来阿丽莎擦的是这个味道，粉红珊瑚跟婚礼的花束。我刚刚手有点扭到，没事，男生也可以用吗？可以啊，当然可以，有什么不能用？这种东西就是在滋润护肤你的手，因为我是一个很容易手干的，会干燥的人，所以我的必备品真的才33港币，对啊，这很便宜，哎，这很便宜，大家我要跟大家说，这才一两百块而已，护手霜还好吧？对啊，男生可以用啊，粉红珊瑚跟婚礼的花束，没错没错，谢谢痴心绝对，谢谢你们愿意帮我打，大家可以去买，其实可以，我有一次有闻到原子组的香水，真的假的？男生也可以用吗？哦，不对，可以，当然可以。手干要用平价，对，平价，对，平价，真的是平价的，所以你们要去买，绝对绝对。然后还有这个，最近我最爱用的香水，结果我最近去都缺货。这个是 Misoso 的缺那个 Misoso， 不是 Misoso， 对 ，Misoso， N I S O S O， Miso 的，是吗？这个店名叫这样吗？看一下。他最近很缺货，缺货到我就想说，为什么都没有
啊 ，MINISO 啦 ，MINISO 不是 MISO 手 ，MINISO N I N I S O， 我一直在叫 MISO 手，是 MINISO 名创园优品店的，怎么有点耳熟 ？MINISO MINISO， 对啊，护手霜200多很便宜，所以大家赶快去买。Hello 佩璇，欢迎，晚上好。mini 手的味真笑死，我也对自己笑死。好啦，这个就是 mini 手的香水，这也是我最近最爱的。什么味道？它这上面写 missing you， 可是它没有写什么味道，但我真的很爱用这个香水，而且它也很便宜，它才99块。然后就最近都缺货，我怎么去买？什么都没有，真的超香的这个牌的。然后它是这样小小罐的。他在 MINISO 买的，然后他的上面英文字母他没有写说什么味道，但他上面写说 Missing You， 就这样，他写一个 Missing You， 大家可以去买。好，我跟大家分享我最喜欢的味道，就是 IKEA 的桃子味的蜡烛，跟 MINISO 的这个香水，然后还有 INN， 我刚吓到你们，对不起，不是味真啦， INIS 的这两个护手霜，大家可以去买。对 ，Missing Me。啊，我跟你们讲东，你们讲西耶。火灰是你的铃铛，寒光是你的追踪。欢迎我，欢迎。好，大家赶快去买哦，哈，味真香。不是啦，你们这是讲什么？我不想理你们了啦，好烦哎、欸，好烦哎、欸，你们好烦哎、欸。好了，我们就是要在快要关播前，我们先来听个如果可以，聆听你的如果可以，好吗？没有，我是说就是放着，我没有要唱的意思。最后一个香水是 MINISO MINISO Missing You Missing You， 喷整罐，好，味噌汤好喝吗？不要一直离题。Google 很影，阿丽香吗？阿丽香，阿丽充满了这些香水味。你们好烦哦 ，MINISO 对 MINISO， 那明年握手和小瀑布都是一样的味道，可以，我觉得 OK 耶，太棒，Missing You， 对，他的那个字就这样写啊，他根本没有让我看他是什么味道。Missing me， 好 ，Missing me， 好 ，Missing me， 请用欢迎回归，我也去欢迎。柠檬欢迎。握手会也会 Missing you 吗？好，我会尽量买到这个香水，让你们知道是什么味道，好吗？朱颜，谢谢你的告白气球。Missing me 是失去我吗？你问家树啊。咱今天直播时推荐大家阿丽唱的这首歌，超好听哦！谢谢我的女儿，她怎么那么可爱？柠檬是你的铃铛，没买到就是 missing， 可以这么用。公司应该可以让我们送香水给你们吗？我不知道哎、欸，可以吗？想念我，想念你们，想念你们，我想念你们。我真的想念你们，想赶快看到你们，想赶快公演，香港外礼拜六，好，然后呢，我今天想要唱的一首歌呢是，今天不想唱诗歌，哎，不可能吧，今天想要唱
一下哦，在找那个伴奏。你们先等我，这样唱歌。手绘肯定很像，应该是你们很像吧？那就埋在物美的第二棵树下。到底物美哪里有树？到底就到底，白间封建的枫叶。这是有一点很久很久的歌。谢谢一凡的升旗为一级粉丝团。月亮在你的眼睛，太阳在我心。现在我唱这首歌。等一下，我的沙哑。等一下哦，好，我现在认真唱歌，你们先认真听我唱歌好吗？我先来看看你们讲什么。屋门外面都是树啊，好，那你们就给我麦。下雨我先飙车回家，好，注意安全，机票别骑太快，好好了，唱歌哦。刚真的差点 K 到不好。好，礼物欢迎黑加工，欢迎鬼鬼鬼。我觉得要下一首，但我今天看到他，我想说要唱他。怀念金曲，甚至也很久没有听到他的歌，真的。那我来唱这首歌。因为今天我没有，所以太阳才升起。因为你手中的那条线，风筝才放心的去飞。你是我的全世界，留下每一个表情，视线带着你的脸，放在我的口袋，就像自然间，不管离多远，像海洋，你的爱把我包围，蓝天什么是眼睛色阳光，没有你的手暖，看着你微笑，我真的舍不得眨眼，呜啦啦啦啦啦啦啦，你大大的拥抱，呜啦啦啦啦啦啦啦，你大大的拥抱，恨不得抱紧一点，好吧，印在我身边，直到天荒地老，终身都睡着，也不要把你忘掉，啦啦啦啦啦啦，大大的拥抱。啦啦啦啦啦，你大大的拥抱。
谁是彩虹，谁更远？就像偶尔分别的我们，幸福完全没缺陷。你在我的心里面，等于陪在我的身边，所以每一次见面，你的温度像微线，收集多一点。像海洋，你的把爱包围了蓝天，像那些眼睛色阳光。没有你的手暖，看见你微笑，我真的舍不得。呜啦啦啦啦啦啦啦，你大大的拥抱，拥抱。呜啦啦啦啦啦啦啦，我地老天生的睡觉，也不要把你还给我。太过乱。耶耶。大大的拥抱唱给你们听。其实这首歌呢，明明应该是，我不知道，我觉得这首歌真的是唱了就会蛮想要拥抱大家的感觉，你们不觉得吗？就是拥抱很重要耶，拥抱是这世界上最怎么讲，就是我刚刚找了没有？你大大的拥抱，第一名谢谢赤然，谢谢一凡，第三名朱里恩，谢谢朱里恩，第四名嘎逼，谢谢嘎逼，第五名钟颖，谢谢钟颖，第六名吉米周，谢谢吉米周，第七名 YAO， 谢谢 LAO， 第八名福福猫，谢谢福福猫，第九名 Sayo， 谢谢 Sayo， 第十名按下一个拉嘎，谢谢按下一个拉嘎，第十一名徐阿北，谢谢阿北，第十二是 Joy， 谢谢 Joy， 第十三名是柠檬，谢谢柠檬，第十四名回回，谢谢回回，第十五名冰若清冰心，心若冰清，谢谢心若冰清，第十六名乐古拉，谢谢乐古拉，第十七名志祥，谢谢志祥，第十八名云汉，谢谢云汉，第十九名店长，谢谢店长，二十名笑笑，谢谢。今天谢谢你，谢谢阿丽，不会不会，也辛苦你们了，下期。你大大的拥抱，还是卡，可能因为我的平板快没电了。对，我现在在看我手机，好像三格还好。对，三格还好，就整个就是还没零送未成加速。啥耶？你有吗？你就再不送礼物，你就没在榜里。好了，你自己说你自己是零送，我以为是服了你。好，谢谢佩轩，晚安。看什么？哎，好啦，你们真的。早点休息，然后等一下赶快把就是赶快哎，我要讲什么？赶快干嘛？我在直播，我在直播。等一下，晚安晚安晚安，拜拜。我要想办法那个网络的部分哈，它一直在宕了，是不是？但还好今天真的是给我一点脸，它可以让我好。